亲密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天元围棋为您带来的第十届徐州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的决赛直播，我是贾刚璐。今天非常高兴能和著名国手李承三六段一起带来精彩的决赛。李老师好。好，陆姐好，亲密朋友们下午好。那今天的决赛呢，两位棋手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党一飞九段和连笑九段是90后当中非常厉害的两员大将。那我们的比赛呢，在我们的围棋圣地衢州烂柯进行，一起跟随镜头去前方看一看。现在可以看到是美丽的鹿鸣书院，啊，很有意境的一个赛场，非常的古风典雅，相信棋手们在这里呢，也会有很好的发挥。那么两位对局者呢，他们的年龄也是相仿的，都是1994年出生，可以说应该从小学棋就是一块长大，彼此也非常的了解。在历史的战绩当中呢，是党一飞稍稍领先，但是在头衔数上，很明显连笑的国内头衔更多一些，所以今天也是一盘势均力敌的好胜负。而且两位棋手此前呢也是都没有拿到过烂柯杯的冠军，也就是说第十届呢一定会诞生一位新的冠军。那李老师，你觉得今天赛前啊，如果说党一飞和连笑，你觉得怎么样？他们俩的。我觉得两个人差不多吧，水平，就看棋局进入谁更擅长的领域吧。我觉那得从风格上，你觉得他们俩的特点有什么不一样？风格上，我觉得党老授数能力更强一点吧。后半盘。对，那笑笑呢？小感觉计算更强一点。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这盘棋的进程会不会挥出他们的长处。这盘棋呢，经过拆先是连笑的黑棋。连笑相对来讲，棋友们也是比较熟悉他的这个战斗的能力，也是计算力比较强。然后党一飞的话，相对来讲更平稳，因为他对自己的后半盘也很有信心。对，授数能力很强。对，但是今天是白棋，白是的，棋可能更好熟一点。毕竟中国围棋规则，七目半的话，大部分的高手是不是都喜欢白棋一对，其实肯定都是喜欢白棋，我觉得应该很少有喜欢黑棋的。除非是可能在一些特殊的快棋赛当中，可能黑棋对。作为进攻一方啊，就不一定，但是一般慢棋比赛都更喜欢白棋。上来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定式。高挂的话，其实就比较简单了。黑棋基本上都会拖一个，然后下成这个定式。别的话就非常少见了。高挂好像夹击的已经很少了，就有 AI 之后已经很少出现了。对，然后这盘棋是先碰。先碰。这个也是因为这个配合，其实这个棋 AI 没有出现之前，好像大家都是这么下的。对，以碰一前个，也然是后要黑棋是个应搬，手，对，对。然后白棋长，黑棋立，然后再拆过来。对，但其实可能就拐一下吧，拐一下，然后拆过来。这样的话，白棋觉得就是防止了在没交换之前黑棋的逼住。对，这样的话，它其实可能这个子是一子两用吧，就两边都有拆。然后我记得以前好像说白棋拐的时候，黑棋可以脱先。哎，有反击。对，就这样。我记得当时下人也挺多的，对。但其实现在 AI 来看的话，好像这手棋亏很多，就这个大头还是太大了。以前好像就走完之后，这边再走一个，可能觉得黑棋把这个点给抢到了，把你要点抢到但现在是觉得好像这颗子对这边的进攻也没有那么严厉。对，这边这三个子还是很厚的。实战的话是没有拐这一下，对，那就实战没有是拐。直接拆。这样的话，以后这个地方走一手棋还是很大的。对，直接拆其实也是一个古老的下法，我感觉直接拆黑棋也可以贴，对，然如后白棋果搬起来，如果你断还是断搬？或者搬都可以吧。如果你断的话，我就打，然后挡弃子，然后黑棋打一下。我记得这个时候，然后黑棋不走了，就这个比较小，这个目数价值大概是啊，大概不差不多15目棋吧，15目棋弱一点，所以说这个比较小嘛。在布局阶段还有对，更布局阶广段的阔的。话，一步棋应该是差不多20目棋以上。那如果是搬上面的话，白棋就跟着硬。对，这样的话等于黑棋这个吃不了了嘛。是的。但是白棋也稍微薄一点，就这边以后，比如说掉一掉啊什么，可能是个先手，就这两个都可以吧。对，以后的话，黑棋在这个地方逆收也是挺大的。对，其实现在他也可以走，不过可能实战没有考虑这个，我想的别的。实战它是单挂角。
挂角的时候呢，可能今天的这个格局，白棋也未必会有一些夹击的想啊，法。对，其实挂角也不怎么夹击，我看一般都是什么，先尖一这个，个飞一个，啊，对，好尖像这个是的话防守是，的三种。对，尖这个的话其实是白棋的下法，黑嗯，棋的话其实见不到尖顶这个，因为对，尖顶这个可能把别人下后了。是，但往往在白棋的布局当中，如果比较喜欢实地，然后均衡一点的，也经常出现这样的一啊，个对，开局，啊，就这是个定局部式定肯定式。是党老的专属定式。那白棋可能这个定式10盘棋出现9盘，嗯，非常差不喜多。欢，对，只要你敢挂我的低挂，我就这对，么下。那高挂肯定更高兴啊，高挂高挂，拖一个围的更多。是。看来跟这个阿党下棋，就是这个角已经很难进去了，就对，他我绝看对他不走会一个选。小目，对，他走一个小目，其实这就是他他的意思就是，的了。啊，甭管你怎么下，这个角肯定是我的。对，就是说你一手棋也不可能直接进角里。对。那接下来呢，普通的定式大家都知道是低拆或者高拆，但是呢，实战连下选择的挂角是更积极一点的。对，其实这个也是，我记得我很，就 AI 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当时好像都是用那个用脸书吧，然后我记得当时脸书说这个尖顶白棋亏特别多，就比如说我这边有2个角，然后别人尖顶完一跳，好像说我的胜率已经暴涨到55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不理解这棋为什么还有人尖顶，但是一尖顶就觉得他这步尖顶有问题，就 AI 说有问题，但现在看的话，其实胜率非常正常。对，就好像下着下着也差不多，但是一对，般来讲不会被黑棋挂到这一下。就是啊，如果跟着硬的话，主要是现在这条边的价值，这个头也比较低。对，现在主要还是这条边吧。如果这条边如果是白棋的话，可能白棋会收对，所以考虑到现在配合呢，白棋会进来，啊，打散黑棋的这个连片。对，而且这种夹击，反正毕竟感觉有点一子两用嘛，所以说下棋的时候，你比较喜欢夹击别人。对。那加完以后呢，黑棋通常就要在这边去高的双飞燕或者低的双飞燕。对，这盘棋选择的是低的。哦，其实点角的话就是亏一点嘛，点嗯，角其点实也角是一个大定致下式，成这样。对，很长。这样的话，变化就是以前可能在没有 AI 是粘的，现在都是爬的。不过可能也没有加这么远，加近点啊，是吧？对。这这样样的也可话，以。这样也是一个定式，但是觉得总是觉得白棋好一点嘛，白棋好一点的一个定式。尤其是考虑到这两颗子，这样的话好像白棋这带厚了，黑棋的配置也一般，对，所以局部没有选择点角，还是选择了双飞燕。双飞燕飞在这儿，然后现在这盘棋的话，本身局部两边压也都是有的，然后我这记盘得以棋，前这个有一个围棋术语叫做"压强不压弱"，对。这个的话其实好像就是这边好像强一点，就是压强不压弱。所以要选这边，就是对，为了进攻它而压对。强的一方。这样，接下来的话就是黑棋没有选择拖，或者是其他的下法，它选的是点进去。对，因为现在这还有夹击嘛，有一个夹击的话，你如果再拖这个的话，白棋肯定就直接粘住了。这样斗的话，黑棋没有办法拆了，黑棋你要走的话只能拆一对，了。原本是可以拆二的，对，或者是尖起来等等，对，现在多了一颗子。对，多一个子你肯定粘都不利嘛，而且其实走这个时候白都有走这个，那相当于你脱先对，所以现了。在黑棋是点进来，对。点完以后呢，这个形状也是棋友们要注意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场合会挡，就比较少。对，看配合吧，对，除非是看这配条合。边价值特别大的时候。对。那今天的话，他是走的这个，这可能也是黑棋想这么下的一个原因，他好像觉得你的后势被我提前限制了。但是其实我个人感觉这个棋形，如果像这个定式的话，应该是白棋好。就就是我抛觉开得，特殊配置，局部本身的话，对，明显是白棋我满觉得意。白棋好一点。不过当然这也是个定式，出现概率也非常大。就我感觉，这个棋如果别人一挂加这个的话，可能多半就会形成这个变化，因为黑棋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嘛，可能这个时候也只能点角转身了。除非你可能一开始就不低挂，进行一些对，高挂，其他的选择。对，那就是别的定式了，但是是。的，主要是这个图的话，以后白棋可能还会在这里有一些碰的借用，所以这个角对于白棋来讲，局部是很满意的。那今对。天笑笑选择，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在方向上，白棋的这个头对着我的一个很坚硬的拆一。对，肯定也是有这方面考虑。接下来黑棋在这个地方交换了一下，这手棋跟这手棋。
这手棋它交换一下，其实还是说就是它这个子的位置比较，就是说这个头吧，这个头虽然说是低位，但这个头还挺硬的，所以说它拆一个三，可能别人觉得这个它不打入怕你过来打也住，没有意思，对，可能觉得这个也没有意思，所以说它就先拆一下，等于限制一下白棋吧。我觉得这盘棋可能黑棋就是先把这个角捞住，就捞住了三个角嘛，三个角对一个角，然后再把自己的行棋步调快一点，可能是它一个下棋的策略。那在走完以后，这个地方白棋还是要嗯，补对，的。这个不其实补的是一话，个，这个以后对，就立动下来，出还是挺严厉的。你就直接立下来就这样主要你挡的话，我就回家了。可以。嗯，对，这个图。这样就是别看是二路回去，但是实际上特别严厉。这个白棋已经没什么好的办法，比如说你如果吃的话，那以后甚至还有跑。但你如果像这种什么顶了夹的话，那感觉这边黑棋的头很硬啊，哎，再加上白棋其实也没有完全的。火就是你这个并不是非常的厚，黑棋这个长还有这个点都是先手，所以说这步棋白棋是一定要补的，但是白棋补之前其实可以考虑先靠一下，问一下，嗯，因为这个局部如果白棋能够，比如说迫使黑棋是这样回去的嗯，话，那应该基本上都是便宜对，这样的话白棋便宜一点，的。不过黑棋多半也只能给了，或者说对，长这个，对，二长的选一，话就对，是以后可能还会被立到，嗯。就其看实黑他棋怎么长的说。话，白再走这个也可以。好像感觉是个调子。嗯，对，也可以考虑吧。不过实际上他可能觉得这手棋不是很着急，对，他觉就得先没也走。许是以后总是我的，对，基本上好像碰的时候白棋、黑棋也不太好反击。对，打吃其实也是少见的一步棋。好像局部这么补更多一嗯，些。对，因为打吃的话，其实对手还是有利嘛，对。就没有完全吃掉。但是就是目前你立的话，用处不大，不那就么给你严挡厉了。住，对，挡住完提了。对，这就里一这定样要的注意，我话，不再粘了。嗯，这样的话就等于你这个只是目数的关系嘛，就没有厚薄的关系，白棋还是很厚。嗯，不过很少见，我觉得这步棋。这步棋他会不会觉得这个配合，他以后打入过来的时候把黑棋吃掉的时候吃大一点？更严厉一点，就刚可能才有你这个说这考样你虑不怕我的话，如果说我把这个价值放大一些，可吧。能这个嗯，打我入，觉得可能有这方面考虑。因为正常来说还是要长一个，就是本手还是要长。好，那这里定型完以后呢，黑棋在这个局部就暂时告一段落，就要在这条边定型了，对，然后他就逆收了这个，对，这个逆收了，逆收其实还是很大的，所以说当初可能靠一下啊，不过当下可能觉得无所谓。对，他可能觉得就是你这是一个好点，但是我马上接下来的这一带也有好点。当然，他定型之前把这个走掉了。还是先走掉。这个打就是4小时打，可能看上去对黑棋的死活没有影响，但是这个对，头对于边的发展还有上面对，还是很重要。对，这个头还是非常大的，不好判断啊。但是 AI 帮你判断，这个很大。行，我们就记住它很对，大，基本上拐的时候还是要跟着硬的。因为这种虚的地方其实不好判断。然后接下来白棋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黑棋，嗯，因为他现在更加的是一个进攻的姿态，所以就对。不太会用这种拆二。哎，这个飞棋也是 AI 发明的嘛？其实以前的话，人肯定不愿意飞这个，因为觉得飞的话是拆一嘛，镂空，对，就这个是拆一，这个是拆二，要走的话可能也会走到这个位置。但现在好像不管白棋是智孤还是，对很对，多时都是候这都个会觉棋得形，这个坚实一点。而且我觉得出现这个棋形概率大，主要因为这个棋形可能长得也好看，感觉直这个观棋的形，也能觉得，对，视觉上也不错。嗯，那现在的话，黑棋肯定要跑这两颗子，嗯，对。对。但是普通的跑可能就是小跳或者大跳，嗯，就是大跳吧，大跳一个或者什么，有这个吧，这个也有，飞一但现飞，在我感觉离得有点近了，可能就大跳一个也可以。大跳的话，白棋会大跳，他是顺不是势觉得走白吗？还棋？是过来，那马你一下之类也有可能走这个，走这个的？话，那我可能就可能要刺一下，然刺，后对，刺了尖，再尖过来。这可能也是一个可能嗯，性。这样的话，可能你什么再攻过来，我就从这对，边跑。这也有可能。嗯，这样的话也是一盘棋。因为白棋这一带呢有一个连片，所以好像对，感觉白棋把子走在外面的话，可能会形成一种呼应，也不嗯，错。对，当然，实战好像连下的下一步呢是更加追求一点，他可能要强调一个往这个方向撇，这步直接棋一步是，在这感儿。觉第一次见啊，就比赛棋谱第一次见嘛。但感觉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接下来的话，阿党是选择了这个飞，
那如果从这里考虑的话，就是我本来下这儿，它也有可能会飞。对。现在就看我这颗子到底是选择放在哪里。啊不，但现在你可能也会选择跳，就是这样的话等于还原了，嗯，就等于这个棋帮你选择一下嘛，我直接把这个头过来，就等于你飞，是，我再跳。就省得万一你觉得这条边大，我相当于对，是提前先过对，来，然后我就相当于跳到这一下了。嗯，对，嗯。其实这部棋感觉能看出来党老的棋风，感觉非常的稳健，也有，没有想着冲击别人啊什么对，总感觉人家是故意这个卖了个破绽，就的。啊，步伐对，比较大，然后可能会有进攻型的棋手会在这儿思考一下有没有冲击的可对，对，其实第一感就这个嘛，飞能。嗯，这个，因为这个眼见的是看起来就把黑棋给分断对，我先来一个黑棋，应该不能选择了，了。啊，对。就是被你顺着出来，对，这样我应该不太好。嗯，对，这样的话等于这手棋下一手是个穿象眼嘛，嗯。所以说的话，这个 T 也可能不能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什么借用一下，但我现嗯，在不知道我能不能靠得到。对，啊，其实你直接挤一下也行，都可哦，以吧，直就接靠的走掉，话对，可我能，直接靠有点对，不知有道可能会不转会换。被转换，啊，那我就挤掉，啊，直他白应一该就点。是这么想的，然后黑嗯，棋再把这个过来。尖吗？还是贴？嗯，尖跟贴都贴吧。嗯，这可能是连笑的一个思路，就是对，寻求一个步调。对，这两下的话，因为虽然我挤了靠特别的嗯，俗，但是这两个子的交换我是还可以的。对，就相当于这个地方我这边亏一点，你这边亏一点嘛。嗯，这样需要判断。所以说实战白棋也没走这个。对，那如果我从这里穿从这里穿的话，就是刚才这个时候也有个穿象眼 嘛。是的。其实下围棋的话，穿象眼是一个非常好的棋。嗯。就别人如果走一个象步的话，这种穿就感觉对手很难应对，因为白棋不管走什么，可能都有两边打架的感觉。嗯，首就先我所以如说，果冲这边的话，哈，这边就撞伤了，而且主要你马上还能挡回来。我如果再冲的话，那黑棋就算出来，我这两颗子也配置不太好。对，但如果我不分段你，比如说从这边过来的话，那黑棋一旦连啊，接，那这样把黑棋就连回来对，就行这两下也不便宜，感了。对。觉。所以好像看上去连笑的步伐很大，但他其实是想好了，只嗯，要你来冲击我，我是有后续手段的。对，就这个，但是你也不好轻易分段嘛，就看起来能分段，但实嗯，际上黑棋也能连环。那可能考虑到这一点，就是阿当也嗯，是以不变应万变，就你来你自己对，补，看你怎么补。其实这时候黑棋估计多半补这个也算是一个本手吧，对，但是杀了心情上就突然有一点想要操作的可能，就总觉得我是吧。不是又下回来也不一定啊，就是其实下棋的时候，如果说你再走到这个位置，会不会让对手觉得他已经亏了？啊，这种也有反这而种是心信心态，的体现，就对，是有时我候跳会你是。飞肯定是能想到的，然对，后然我后再下一出步来。跳这个，嗯。而且好像确实这两步好像他走这儿的话，好像也是走这个，就是啊。其实好像可以走回嗯。但好像接下来，来。连笑同学继续秀，感觉他的下一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意外的吧，因为毕嗯，嗯，嗯。竟感觉这一带总是有一对，点破绽。总是觉得这边补棋嘛，但是如果补这边的话，有可能被白棋借用，把白棋嗯，走后了。就顺势跟着下。对，然后所以说跳这个的话，可能大概也是一个棋形嘛，就感觉应该是第一感肯定是往这边考虑，但他实在没有走的话，可能就是有他自己的考想虑法。吧，对，有自己的想法。但总感觉这步棋还是有点过分的，因为我们刚才就已经分析说，本身我在这一带穿，你是要靠挤了靠，或者嗯，说对。我在这里走，你是要穿。但是跳在这儿的时候，总感觉好像白棋第一感就会想到对，这步棋，对。因为一旦被我刺到这一下的话，那我就不用从这里分段你了，我就可以从这儿分段。对。所以感觉黑棋在下跳的时候一定是想过这步刺的，但是这嗯，么下不知道他。到底好不好？就是刺一这个怎步么？棋感觉对自己力量有信心。刚才说力量比较大，可啊，能也求是战的姿对态。求战的心态。但是其实白棋一刺的话，感觉黑棋已经很难办了。嗯。这个棋形，因为你正常跳，别人刺你肯定要粘上嘛。但现在如果不敢粘，你走别的话，那总感觉这个棋形被白冲一下可能是一个裂形，因为冲一下制造了两个断点。就从棋理上来讲，感觉这步跳还是有一点疑问的。嗯就总嗯感觉白棋本身这步跳其实也是一个位置不错的地方。那嗯，你？故意的留下了一个冲段，对，那确实刚才党老稳了一手，然后他马上这个再激进一点。可能有一种想继续占点嗯，便宜，对。
这里可能就体现了，就是我觉得人类棋手下棋的一个特征，就是会有这种心态上的一些微妙的这种博弈。那如果是看 AI 的话，那就很简单了，就当前局面哪个最好，我就对，下当哪前局面哪个最好？但棋手，因为棋手下棋的时候并不知道 AI 下哪一步嘛，个。他肯定要以自己的，就他有自己行棋的一个风格，或者说，就他觉得这个局部他应该怎么下，就可能 AI 觉得降点，但是这个是他下棋的风格嘛。对，而且跟对手也有关系。就其实，比如如果我对一个力战的棋手，那我可能相对来讲，我觉得导向均衡的局面我更有信心。那如果我对一个不善于进攻的棋手，我可能就觉得我下得激进一点，也许会占便宜。对，有这方面想法。其实没有 AI 的时候，这方面可能更重要。对，现在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受到那个数据的限制。对，而且现在对手水平确实也强了嘛。总之，就这步棋，我觉得从棋理上，棋我们应该可以看出来，黑棋还是有一点过分的。毕竟周围白子比较多，然后你的步伐又这么大了，本身这个肯定是本手。但是现在呢，笑笑大概是想要求战，所以步伐很大。那这个时候白棋当然就先刺在这儿，看上去就是第一个会想到的好点。然后刚才分析了不能粘，粘被一跳就断开了。那你也不好意思再回去，回去的话，那总感觉，回去的话被冲，感觉这个棋形裂了。那黑棋找到的办法就是既给白棋一点压力，然后又能把这块给连起来。但总感觉好像还是留下了不少的断对，点。这个好像一个断点，两个断点，三个断点。但是他这个贴也给白棋制造了一个，就是不好的一个棋形吧。这个虎口可能多半要被打回去。对，一个是黑棋可以从这儿打，或者是要眼型的，还有可能打了连扳啊，这都有可能。所以可能连翘是觉得，虽然我断点很多，但是有可能我可以分而治之，两边都治孤好。那断的时候，黑棋好像不能走这边，因为这个断有点严厉，只能补一个。补完白棋就长。这样的话，黑棋上方。还是没有活干净，白棋这个尖也是先手，所以他刺了一下，刺下就可能觉得眼型好一点。把这只眼尽量做成一只针眼，然后再出头，出头，先从这儿出，先出。下成这样，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这两块棋轮白下的话，应该是白棋厚一对，肯定是白棋厚一点。点，这个棋其实现在还是就这四块棋嘛。然后首先这边其实想挡住的话可以挡住，但挡的话可以去冲一冲，下面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就如果我要是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可能这边还有挖嘛，就可能这边能挡住，但是有些问题，而且黑棋下面是活的。所以就可能在这里定型没有那么急迫，对，就可以这边可以先留一下，然后这边可能自己这个头可能现在比较关键一就如果万一黑棋这一带有一些先手，说不点。定可以打了直接飞住你，所以白棋是选择了先出头。那这样来分析一下现在这几块棋，这个战斗你觉得黑棋会有利吗？我觉得还是白棋更主动一点吧，因为就这个战斗，首先可能这四块棋大概是一个白棋稍好一点，白棋稍厚一点的一个情况。但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白棋这个地方有一个外，就是有一个模样嘛。如果这个地方战斗，白棋这边形成一个外势的话，可能这个地方模样就自己就围起来了。就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黑棋就是很难办的一个地方，因为你这个地方，比如说你粘嘛，它这个头给你出了过来，那这个地方如果被白棋形成潜力的话，那这个就发挥出它的作用了嘛。刚好这边白棋有一块这个，感觉也不小，如果贴过来的话，对，所就以一这块么大模回样。头看的话，就是一开始连笑，因为连捞了三个角，就总感觉包括这里拆一，其实又抢了一点点，可能总感觉这个地方他是不是把这块棋下得稳一点，然后把它桎梏好，可以让白棋的这个外势发挥得更不那么容易。现在这种格局，好像一下子这个的后卫和这边的后卫都会对中央的战局有影响。对，因为别人的子都在外面。黑棋先把这个拉出来，白棋刺一个是应手。这刺个一个。刺的话，黑棋不太可能走中央，中央的话，这里等于是有没有，其棋，实黑棋现在可以走。挺想抢。对，很想抢这个，因为刚才的分析来说的话，中间很大嘛。如果黑棋先走的话，那肯定是差很多。
这个的话可能就给他了吧，对，因可能为就不挡住局部嘛。的话，白棋首先点这个不成立，就是如果他能大吃，当然很严厉，但现在白棋本身是不能从这儿断的，这样的话黑棋粘上，气势比白棋长，也就是说白棋大致就是断这个，然后以后这样去吃一个子。对，这样吃一个子，其实黑棋完全也能接受嘛。因为刚才嗯。说黑棋没有拆的话，白棋是靠了搬一下嘛，那相当于黑棋现在是打一下，打一下亏了，但是白棋这儿也多了一个子，就是总的来说应该也差不多。就这是一个价值很大的棋，但是并不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子。所以说这个棋黑棋完全可以考虑走这个，哎，走这个其实白棋不能脱先嘛，白就棋感可觉能，这块暂时最多是冲一下，不太可能把这个都定型完。对，就白棋可能也得往这边跑，而且其实黑棋如果想争先手的话，他也可以考虑冲一下，但实战我觉得他可能觉得冲一下有点俗，对，冲一下的话等于防住但是就是它的代价就是相当于你要了，让白棋这儿都是先手。对，以不后过我。你这个也不太好走，如果你粘的话，我可能就直接走到下是面。的。其实这边好像也有点问题，白棋就是这个先都不走了吧。这黑棋完全可以考虑走这个。所以白棋这个地方可能也是想问一下，不然的话总觉得好像中央怎么走一个也挺大，总感觉好像是不是能黑棋比如跳一个之类的，就假如在中那间再走，过对，来，我再对。顺势走，这个地方不知道两位棋手是不是对这步其棋，实也是风格问题吧，我觉得这步棋还是偏稳嘛，就是挡老棋风嘛。这个先把自己补好，然后再来跟你战斗。他可能觉得走这个的话，这边有点薄，那可能不太确定。明白。但总归从黑棋的角度，是不是可对，以考虑抓住这个机会，然后抢一下中央的要点？对，但是黑棋也非常自信，看来这这个里完全可不能，怕。对，这里可能笑笑的心态是我捞住所有的，然后再跟你战，我照样对这个战斗有信对，心。其实这个思路以前下棋很多棋手都有这个思路嘛，先捞后棋，就把所有目都给捞了，我只要活棋就赢了嘛。是的。那来看一下，现在这下定型完以后，白棋终于抢到了中央。对，这样的话白棋等于是越来越厚了嘛，他点一下之后，感觉这个地方他这边贴啊什么都有先手，黑棋也不太好走了。对，然后接下来黑棋是选择了出头。对，这个尖其实就是刚才说的，要把这个给你搬住嘛。刚才可能是搬住有点勉强有挖，像这有一个子的话，也可以给你搬住。白棋在中央定型之前呢，先局部跟着下。对，这个地方黑棋如果吃这个的话，吃就跑。等于这里有点气紧的问题，看上去可以打，对，但但你现在打的是，话，我是不是可能直接打这个？对，就直接打这个就行。这样的话，你如果打一下这个，那我就给提了算了。是的，不打的话，这样就被双脚吃等于黑棋自身气非常的紧，动不了，了。对。那就不行，实战是单虎。其实这个扳心情还是挺好的，就这种棋相当于别人走了一手，但是他还是下面目数捞不住嘛。扳他不好发力，其实黑棋现在就看他敢不敢连扳嘛。连扳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危险吧，实战可能也考虑有点危对，险。白棋断吃，上。这边可能这样的话，他觉得这个地方他还要再往那边补活嘛，那上面这三个子可能就越来越薄了。对，因为黑棋这个地方的出头呢，会特别的伤上面，基本上是不太好动的。这个肯定没法出头，出头完之后可能三个就死了。对，所以大致是会在这一带做活，对，但一旦黑棋没有这一下的先手的话，好像这三颗子的处境就非常的危险。对，可能其实可以说就死了吧，这个好像活不了 是的，所以现在了。呢，所以黑说的黑棋也不敢是，发力。那感觉确实黑的这一串还是挺，效率不是很理想。长一个也有可能，但长可能害怕对手接着跟他爬。对，就实在选择了一个，就干脆我下面目不要了，把自己走厚一点。然后这个地方因为是白棋想要抢中央，所以他要了个棋先手，对，本身局部其实就长一个也挺舒服的。就这个局部下成这样，肯定也能看出来白棋的效率还不错，子象还不错。当然现在白棋局部这里抢了个棋先，他的目的是想把这个头给他抢过来。下到这儿的话，你感觉布局怎么样？应布该到局，进入到中盘了，也差不多。对，布局应该是白棋成功了，主要是，还是感觉黑棋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招法上可能有点强硬，感觉挡老一直下非常正义，从这个冲断完长开始，其实一直特别正义，这边也很稳，哎，这个还先手适应手势到了，然后这边再跳过来，
感觉这个子对这边战斗也有点帮助嘛，黑棋非常的危险，而且就像刚才说的，黑棋你就算把这个活了，那白棋只要把这个给你封过来，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成空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还是非常主动的，我觉得。对，现在黑棋其实就面临着这几个子到底跑不跑。如果不跑的话呢，被鲸吞肯定是很大，但是一旦跑的话，白棋可能就顺势能围这一边。对。所以接下来连翘是先在这儿搬了一下，也是有点瞄着，对，可瞄着能，这边的段，对，其实这，还不是为了给，还不是让你吃。他走这个的话，可能他要什么靠段什么的，对，他会觉给他得我搅在和。这一带有打吃有对，接有各种的借用，先手很多。对，然后下一步我觉得也比较体现这个打一飞的风格，他是先把自己补强。这步棋确实。总感觉一般会可能是先想往一般这一想带，着就对，想能不能把对手直我觉接得吃可能住嘛。狠一点的是来算加行不行？对，觉得不行的话，看飞能不能吃掉嘛。对，可能对手不会轻易给你吃，但这样的话感觉，就是说一旦来成杀立他的嘛。话，对，对，一会旦效成率立比的较话，高。这步棋就总感觉是那种对局面充满了信心，就是我对，先缩回来看你是补还是说你跳一个，大不了我再吃，这样的一个思路。但虽然它很稳健，但考虑到前面其实黑棋这个主动挑起的战斗还是稍显过分，所以现在对黑棋来说也是一个抉择。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出头，被白棋把它吃掉的话，局面也不太满意。对，就比如说你走这个，白棋这边有一些要不要尖，对，刺我一比下？如就俗掉好，就之算类卒掉吧，这样看简明一点。的。这样的话，其实可以看这个战斗，从你的跳开始，你其实并没有什么收获。对。这个地方虽然说走了两步棋，但这两步棋没有目数的价值啊。就这两步棋对这边白棋这边是铁后，也没有用啊。然后这个地方白棋这围住了，那你这出来没有价值。然后这边可能有一些收获，但这个收获跟目数其实，对，但就这目我数就你其立，实吃不了多少。比如说你吃了提一个，你这吃了两步棋嘛，下面以后还有跳。就所以说，总体来说，你的目数也没有便宜，那中间这个死了就很难弥补过来了。对。这样白棋毕竟也吃了15目墙嘛，那这15目墙其实很难找回来。而且这个后好像总觉得对这一带的目数对是有对影响的。对，因为本来其实布局的时候，黑棋很多时候都可以考虑走这个嘛，接着把这个空给破了。但是现在如果外面都是白棋的子的话，你这个敢不敢也是个问题。所以这么分析完以后呢，黑棋好像还是觉得气了不行，黑棋还是再次的把它拉出来，跳出来。但这样的话呢，白棋再顺势加，感觉就会更顺畅一些。对，而且我觉得挡老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杀黑棋，我看他下的非常的厚啊，这个其实就是威胁你，然后把这边走过来。对。但虽然说，我没有想吃你啊，但这个时候你在做活的过程中，你也得小心一点，对，那别是，走着走着就让我对，产生了杀心。黑棋先往外跑，白棋扳住。对，白棋扳住。这个地方的话，黑棋虎一下应该太俗了。虎肯定是你的先手吧？如果对，你虎的话，我对，就但我占可上。能还是想单长，但单长你就。但单长的话，棋形不好嘛。就刚才说的，别你这走一走，就是什么都不愿意让对手便宜，然后自己反而死了，这也有担心吧？对，等于这个地方我到底是要演还是要这个保留这些味道？对，其实这种地方制孤是最难的，因为不是说你活了就行，你得考虑怎么平衡一下。对，一般这种先捞后喜的话，最喜欢的是我明确只要我做活了，对，我只要目做数活就赢。遥遥领先，然后我先捞特别多票。啊，现在白棋没有，黑棋没有这手对。棋，对。那这个时候呢？哦，笑笑是在这个地方又问一下，能够感觉到他还是不太满足于简单的出头，不管你是长还是虎，他想在这里问白棋一下。但这个问的话，总感觉黑棋的后好像是在贴着之前我们说的这个白棋的一个后势，白棋就吃。这串黑棋确实还是挺难的，我觉得挺难下的。总感觉好像方向上不太理想，长在这儿。白棋这有，种招法总是感觉有点很拼的感觉，而且可能他不满足常规的招法嘛。但这种招法很容易出现漏洞。白棋现在吃一个，心情很愉快。特别是黑棋中央看着其实也有点贴出来。对，实然贴了一个。这个其实只能跑出来嘛，这我死的话肯定下不了。对，那这个地方白棋还有可能继续吃吗？
其实他这步棋走的时候肯定也大概算过这个图，嗯，因为他不可能就是死了就认输了，对，所以说他可能有他有招，嗯，就是这样，然后黑棋打，就现在黑我看在起来可跑，能是黑棋死了，嗯，但是他还是有他的后这样的续话我的，就粘上吧。对，这样的话，首先外面还欠着一些，嗯，主要里面你是不是活不了了？里就算我面打掉一下你就吧。打掉行。啊，这样的话你这边是不是已经活不了？对，我如果提你就嗯，提我飞，就飞。因为对，靠还可以断吃，没有用。对，就是相当于你这个地方是一个后手嘛。嗯，那我先不吃这下吧，先嗯，保对，还留一是下。保留好一点，嗯，毕保竟留一有下。可能这些先说。这样的话你下面还是挺惨对，我走这个的话，你就，的。啊，我倒是能活是吧？这样的话我就先挤嘛。嗯，这下我吃确单实不吃，能吃掉，嗯，这样我先猥琐的在这个地方双眼做货。对，那你这样的话，我就先把这个打一下。但我莫非？但我粘但你你粘粘的在这话，儿对，了，我搬到这对。儿了。但这个打一下，我有点承受不起的痛苦。对，然后这样的话，黑的可能再跑这边，就嗯，大概可能是一个弃子对，主要是我最后如果只是干吃这个木薯的话，可能大概就十二三。然嗯，嗯。后如果一旦黑棋这里有子的话，对我这块空也有影响，而且下对，方好主像要是被下面刮有得有点，点惨。对，下面有点损失太惨重了。嗯。所以这里其实黑棋也是一个小诱饵，就是希对，望摆起来对，吃。希望摆起来吃。那当然，实战的话，嗯，我觉得下一步棋也非常体现阿党的风格，对，就是这个时候，他非常的沉得住气，嗯。不慌不忙的选择了把自己哎眼形瞪出来。当然，这步棋呢，它也是对黑棋这块棋有一定的影响。嗯，对，主要还是下面木薯嘛，先把自己做活了。嗯。就是这步棋，其实我觉得很难想到，因为可能总是想着先冲击。对，或者是可能你会觉得，既然这个我是不是可能先把这儿怎么补一补，然后嗯总觉嗯。得这块白棋这儿有眼，这儿有眼，不太需啊，要到现在去做活。对，但这步棋也能看出他对形势的满意。非常的厚，这步棋基本上就是我先把自己立于一个进火不败之地，然嗯，后对。看黑棋怎么下。那黑棋呢，觉得如果这个地方黑棋只有一只眼的话，上面这个可能就快成先手占一家对，了。黑棋等于抢了一个，把这个木薯先提掉，嗯，然后等于又回到了白棋来中央定型。这白样，棋啊，白棋也不吃了，既然你觉得搬，可能你要出来，它就围控嗯，还是不太敢，就是搬的话，还是搬，跟嗯，嗯，刚才那个差不多。其对，实白棋也有这种冲的选择。对。不知但是道他有没觉得有这这个没种有什可么能成乱算，之类的，他觉嗯，而且黑棋这个粘可能也是个先手，得，嗯，白棋也有一点薄，所以说他觉得没什么成算，而且可能不是他的风格吧。我觉得如果是力量型的风格的话，可能想着怎么把这个给弄断了。对，总感觉这个棋就是我都续了一个，你怎么还不补呢？对。但好像阿党的风格是点了点木，嗯，觉得这个形势嗯，好像还挺好。这时候木数怎么样？我们得来看看一一下。看。嗯，黑棋的可能会更实一点，白棋主要是这里比较虚。嗯，我们请李老师来判断一下。嗯，这个角黑棋这边是十嘛，十二、嗯，十三、十四，这块15肯定没有问题，加上这个嘛，感嗯，觉黑棋大概有20目上面这边。对，毕竟黑棋只要一嗯，挡的话，这里能长对，就接非近常多。十四五。黑棋这一块20目肯定好，是有的，啊，下方和这块。这块棋也10多目棋嘛，就等于这两块加起来的话是30多，加这个45，这15嘛。嗯，45再加这边，其实黑棋50目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点目点都稍微少一点，啊，黑棋对，可能接近50目。白那么棋的白话，棋呢？白棋上面15目，嗯，差不多。然后15目的话，可能黑棋这个立完之后，这边可能有点先手，是就等于说，吗？二其实四五六，这两块的木数，白棋是有对，点兄弟打架的。比如说，我以后立在这儿，嗯，对。那我以后可能就会有一些点。嗯，对，立的话你不是还挺麻的吗？对，比如我说你挡，你挡的还要话，挡再一我。般，对，对，这边15的话，那可能这边也就是个6目左右，嗯，那二十就二一十大概，一，然后这里有二九，二三，就先算25吧，差不嗯，多25，然后加这边，刚才刚黑才棋说黑是棋接近五接十近五，50，对，然后白棋是25目强，那就嗯，是说这个地方，如果再围个20多目棋的话，那白棋就非常好那好像看上去，了，如好果像轮也，白棋下，还是挺对，容易也实不现难。就只要把下面围住，这已经10了嘛，十二、的，嗯。十四、15，就是围3路的话已经15了。
那这边再稍微围一对，点。那好像看上去这个小方块就可以实现我的目对，标。就比如说走这个的时候，如果说你这个跟我硬一个，其实我完嗯，全都没有必要吃你了，贴对，一你可能贴。就长一点点木。对，你这样的话可能55左右，55可能多一点。那我这边这块是不是就已经接近40了？然后你再破我的时候，你再围一点，但是估计也就是一个盘面差不多的棋。嗯，感觉好像黑棋是不能被白棋这两个都走到，好像走对，到的话，有一点点的，感觉上好像有点问题。但是这步棋确实也对，对这里有影响，如果你完全不走，我现在应该白棋是有心情要想办法去吃你对，了。这都有一个子了，我觉得你好像也没那么好活，这边我就给你靠出来。对，所以感觉。形式上确实这么一分析，还是明显白棋占优。那我们看一下，在跳的时候黑棋的选择，啊，黑棋还是先补中央加一个。那白棋这个虎还是挺舒服的，对。而且走完以后的话，就是要注意这里了，这块还没有活。对，可能还是有点威胁白棋的意思吧。嗯，白棋就补了一个，补在这儿。不补的话，可能还是怕立，是吧？对，如果立怎么不办？补的话。啊，这样的话，而且本身这样好像目数也特别大。就是如果对，我，这样你是不是只能提了？对，我提，然后你拐回来，这样就算我能怎么拱，好像黑棋这个先手的目也是，对，这个角上如果以后看成是尖一下的话，还是是一差个很超多级的，而大的，且拱的话对这边嗯，有损伤，一个逆收大关子。所以所以这个还白是棋要就补，提了，那这个提完好像也瞄着一点点黑棋的保卫，至少这里我以后一虎也是断开的。这个地方虎一个黑棋，就等于是你顶一下，然后从这边跑。嗯，也就是说，至少我在这一带可能靠一靠，你是随时要补棋的。对，那么定型完以后呢？当然，黑棋可能简单的补棋，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一旦被飞，好像白棋的目明显占优。所以黑棋这个时候还是抢了一步，必须要抢这个。嗯，这个是一个消长的要点，然后白棋就应对的比较简单，就是你飞我就跟着应，对。也没有说要抢先在这一带去其那实啥，也可以抢先过来，嗯，就比如说靠一靠，对，先下来，也是一种选择吧。对，如果你长，如果你这长就边，粘住算了。这样的话，然你后可你能再这边补一连一个，个，嗯。对，我这边刺可能也是先手嘛。这边，可能定型一下，比如说，就大概这样。然后这边走一走再围。嗯，其实这这也样是的一种话，思路，对，也是一种思路，先把这边定型嘛。实战能够感觉到，就是阿党的招法应该还是带着一点点这种满意，就对，对于优势形一势试。的自信。实战的话，他是就硬，然后黑棋把这个补上了，补完之后，白棋的应法也挺稳健的，感觉是挤一下，对，是应手，挤是白棋的权利，那黑嗯。棋还是多半会粘上。这种地方如果糊起来的话，是反而不便宜吗？对，嗯，其实以前下这个定式的时候，好像虎的还多一点，对，后来好像少了，这样白棋就断了力。然后可以看白的，要不然打了力或者空力嘛。嗯，但其实以前下棋都是空力的，对，然好后像黑都觉棋，得打一下有点俗，对，因为空力其实是考验黑棋嘛。对，就觉得难受。如果你对，吃这个就亏吃过这个的了，话亏很多目。其实吃嗯，这个，因为刚才本来你给自己点15目棋嘛，嗯。如果吃这个的话，可能也就是10目强了。一下子少了好多目，总感觉不能接受。所以说以前其实像这个局部黑棋都是虎的，但这就样的是话，几我乎就没不有打吃这回来。下，以后点过来或者劫财对。都有好处。但其实现在来看的话，这样的话，白棋已经便宜很多了。嗯，这个确实这边的目数你太薄了，对，就你看起来是你，但其实我这边走一走，你的气还有点紧，以后还有点了爬，嗯，就这个目数其实根本，就是这根本围不上。也就是说，按现在的话呢，你要是单立，黑棋大概率就会如果吃现在回的话，其实是白棋2选1，来。嗯。就是白棋下棋的时候选择打完立还是空立的问题。嗯，其实这盘的话，我觉得可能打一下便宜，因为还是因为这儿有个子嘛，是不是可能？这样对更这简边明有一点点，再威下胁，来是对，或者说我就稳一点，把这个给你穿给补住嘛，这两个嗯，都补住，然后再走那边也可以，或者靠下来都可以。就这个定型的话，其实我们要有一个印象，就是实际上黑棋看似是糊起来了，但是局部的目数是吃亏的，特别对，是我本来粘完，基本上搬粘可能是我的，现在就等于被白棋立到了。对，对。
所以在这盘棋当中挤的时候，黑棋也是就跟着粘上。嗯，现在下的话，其实白这时候挤的话，多半就粘一个算了。对，因为挤一个，其实在有的局面下未必有尖一下好。嗯、这个棋我们也要根据自己的场合来用，有的时候可能是要一下尖先手，有的时候是要挤先手。对，看选择吧。那挤完以后呢？这里有个穿象眼。对。然后白棋就补了。对，他这个尖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不完全是为了破你的空，其实还是为了这个防止穿象眼。对，我们刚刚介绍了，基本上在实战中，如果看到有穿象眼，它是安全的话，这步棋就非常大。对，所以说他实战补住了，但是他这个还是很稳嘛。对，总感觉如果你想走的话，还是能靠下来。嗯，就黑棋还是没有办法嘛。比如说长，虽然说现在没有刺掉一下，但是你也不敢穿。如果我穿你。嗯，来了，穿这冲两下，嗯，对，那这边可能就要死了。比如说，我就最简单的拐了冲过来，嗯，对，这样黑棋就要死了。好像白棋哪儿都很厚，对，嗯，感觉上靠会更积极一点。对，靠会更积极一点，因为你尖的话总是感觉以后黑棋还能再围一点。如果靠的话，其实如果说啊，就比如说我靠，然后你长，嗯，我粘，然后如果你不敢冲击我，以后我立你一下。嗯，因为立你不走的话还有点嘛，如果再能把这个立掉，对，有点吧，就挡住吧，就挡吧，嗯，因为这样的话就感觉明显比尖一个好像目数要好不少，这样的话以后再搬粘杆这一条，这个直接就全下来了，一手全下来了，实际上等于是一个没有完全下来吧。嗯、而且一般就是你这样送一下以后，其实你反而棋形上可能还更加的薄一些，嗯、对。但可能对我感觉就是基本上应该说从这一步然后这一步都能够体现出党羽飞现在对局面是这三步棋吧，对，充满了信心。确实根据我们刚才的点目来讲，如果黑棋比如说只是简单的怎么这里收一收目然后飞一飞的话，白棋怎么数好像都能够实现我们刚才说他要25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任务、嗯、对，所以在这个局面下呢，黑棋可能焦点就是看能不能在白棋的空里去想想办法，找一点头绪。实战，啊、哦，黑棋进来了，点在这儿。嗯，还是得进来，要不然不够了。这步棋就是拼了。嗯，对，可能还是经过仔细的判断，收数已经没有办法赢。对，就你比如普普通通的尖一尖，然后搬粘、嗯、飞一飞，然后再把这个挡了之类的。对，其实尖本身是本手嘛。嗯。然后这边算你弯掉吧，对，收收，对，弯了半粘是先手，这个飞也算你的、哦、对，都给你。然后看一下我多少。然后黑棋可能挡一个吧，上面比较大、嗯、对。我们这样可以判断一下，如果黑棋不拼进来的是什么样的情况。白棋全盘60目前哦，那白的已经有60了，感觉黑的很难啊。黑的要想赢等于得有接近70吗？我感觉这样的盘面差不多不太可能赢了。嗯，这输的比较明显。对，输的比较明显，所以说这个只能拼了。对，这个时候没有办法，而且笑笑也该展现他的力量。对，进来点进来。嗯，点进来的话好像白棋也比较只此一手，因为不太可能挡这边，挡这边好像被黑棋上来这里面的气，对，可能这个气白棋杀不过，嗯，大概是个慢一气吧，感觉。看一下，冲断。嗯，我也不好说，你现在没有办法。走不到了一下是吧？对，但是你挡的话，我可能还会在这儿搬。啊、哦，再借用一下，如果我硬，如果都给走到的话。这样，如果尖的话。还有可能不够是吧？再看尖这个。嗯，尖如果我就、这个、或者你先，但先飞感觉先飞一个算了。嗯，可能会比尖便宜的有限，对，不一定。对，可能便宜的有限。这样下面，这样好像尖一下都未必有直接这样好、啊，那就直接虎 吧、直接虎。就好像这俩交换不便宜，嗯、本来的话你尖我还有可能要搬你。嗯，这样的话就直接虎这个。如果这边连的话，嗯、这边还有再加。对，然后你如果跳的话，我好像顺势冲，白的棋形也不太好。对，这样的话冲一下，就算回去，这边有断，这边也有加嘛。嗯。所以可能这个时候就是越退棋形越不好，还不如就是先强硬的硬住。嗯。因为硬的时候，对于黑棋来讲，如果你搬我断的话，基本上就跟你飞我的应对是一样的。
你本身飞我，我大概也是要拖你，所以这个地对，方不管你是先点了班还是飞了，是一样的。对，等于是一样的。嗯，但实战好像联校没有点完了班，他点完的，他选的小尖，小是，尖嘞。啊，小尖嘞。小尖的话，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走这个的话，你就糊起来对，这样的话他就回去了嘛，了。便宜嗯，点目数。主要这样是先手了，等于你拐对，黑棋虎一下，虎完就是过来。对，然后你等于还要花一手棋，走在这稍微便宜点。儿。嗯，但这个地方呢，打一飞是选择还是先把你都封进去，挤在这儿。但其实挤也算是一个妥协吧。嗯，挤的话，你现在也可以回去嘛，那样的话我也算了。对，但他可能觉得你如果是打了虎的话，便宜的有限，他也能够接对，受。这样的话我就打一下，对，这个好像黑棋的目实在是就吃回来。不多，嗯。对，便宜的有限。所以这样的话，黑棋还是没有达到他想要的目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嗯，他选择的是继续往里拼搏，再往里。接着爬。然后白棋虎住，这个肯定忍不了了，嗯，必须要吃了。对，黑棋打吃，白棋粘上。那现在呢，其实到了这个局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水点，就是黑棋肯定不能全死进去，然后呢，他还得想，就是他出的棋够不够。对，怎么活得更好一点对，吧？看上去的话，黑棋可能第一个还是得往外搬一搬，或者是。对，如果走这种的话，嗯，可能对白的没有什么威胁吧。还得可能尝一个，这这样的样话，比黑如说你棋尖一个，尝试着做活。这个地方也不太好活，是不是可能也得靠这个打劫了？走啊，这个，因为如果粘的话，白棋点一下，对，点完吃回去。这样黑棋局部就死了。这样黑棋局部是一个死棋，可能得靠这种打劫。对，打劫的话，全盘劫财。全盘劫财的话，打倒劫是，好像也没有看到黑的有什么劫，白的也没什么劫。对，好像大家劫都不多。黑的劫这的个地话也得方找会不损会？劫，嗯，这个的可话能就有损劫。劫。其实白棋我感觉就算吃回来，黑的便宜的也很有，也不一定便宜，因为你做活完之后，这边目数也差挺多，这边也差挺多，而且差个先手，这个跳也特别大。嗯，我觉等得于单纯这说，样活的话，可能也，黑的没有破坏到中央，它对。只是把边上，但边上我们可以算一下，黑棋本来弯的话，这个地方可能就差6目。对。然后这边的话，等于黑棋破掉了白棋可能底下的十几目十血来吧，目，可能但是上方这手这边棋损也，了，那边也很大，嗯，而且白棋也可以先给你打劫嘛，先试一下，因为毕竟是白棋先手提劫。对，但凡你找一个损劫，我好像就够对，而且其实白棋要找是这边，可能能找，因为白棋走一下之后，黑棋如果消劫，这边走一个先手再打回来嘛，嗯，是的。这样黑棋不太行。那看来黑棋还是得想办法能够再争取一下，比如说要是能扳到之类的。对。但扳的时候白棋会断吗？如果断的话，怕吗？断一个试试。断的话，黑棋可能就弃子了，打哦，这个就我得走这个。然后你可能长，应该也能长到。长不知道能不能长到，长哎白呀，棋吃，黑的把它穿过来。然后再顶断，也不太清楚，对。如果能或长者，到，好像还行；长到就打了扳回来了。对，这样就挡了扳回来，嗯，这个其实图你还空挡也行吧，空挡的话我也，也是这样，是吧？对，打的话长我可能也得走这边。嗯，那可能然这后样这吧。边还有点薄，是的，如果这个图的话，感觉黑棋还是有一定收获的。对，因为这样的话等于黑棋先手把这个嗯，把这给你搬过来了嘛，已经便宜很多。这边损了一点，但是你这边还有点气，就有点薄，嗯。所以说这样的话黑棋还是有收获那看来白棋不能贪吃，白棋可能还对，得跟着硬。这样黑棋如果虎，白棋再硬过来。对，搬一个其实也哎，算是一个陷阱吧，嗯，让你。如如果果虎虎，的白话，的会吃黑棋，还是就算了。虎的如果话是不算是也了，就算了？跟刚才算那了的个，话，可能跟刚才有点像，跟还有点像，但黑棋还稍微好好一一点。点，活得好一点。这样黑棋可以直接虎。但这些活就是本身局部的目也挺然后大白棋打了提的话再走这个，的，嗯，这边好像也有点，对，可这样能的这话样比会刚才比好不少，刚才黑好一棋，点点。但是还是，可能还是不一定。
还是算了，我觉得他的思路还是算了，就这可个地能方。因为白棋前面的本钱比较多，就虽然嗯，黑棋可能便宜了一点啊，但对。是也问题不大，所以感觉从招法上能够看出黑棋明显在拼，就是我们觉得搬一下已经比单跳要好一点了，嗯，但是连对。跳实战搬完了以后，他没有马上的虎，他还在这个地方继续的试一下应手，他可能还想嗯。再往里面去走一走，看看有没有一些机会。那白棋先冲。起虎，起断。他这样下来的意思是他要打上来了，他但他这个是先手，看一下，怎么感觉这个白棋也可以不应啊？就补一个是，对，这再边补我一就刀，补一个嘛，嗯，就说打一个。我感觉白棋可以考虑不应。这个地方虽然说进来点，但是我感觉白棋也能接受。就粘上。嗯，对。这样的话，刚才说的，其实白棋的目数等于转移到下面嘛，下面多了很多，这边被穿过了。我觉得这样白棋也能接受。感觉补一个也很有可能，实际上是等于都要吃黑棋。对，补一个感觉会简明一点。嗯，这对，样的话就看黑棋怎么在里我觉得面。补一个的话还是明显白棋好，嗯。冲的话感觉有点看不清了。如果别人再打过来，或者可能阿党觉得就是也没看出黑棋有什么明显他很嗯，怕的手段，对，他就觉得我先跟着硬，至少黑棋这个局部是不会便宜的。嗯，对，就先把你都吃进来。是的。那这一下如果被打到的话就不一样了。如果说你长再虎，黑棋嗯，可能就明显便宜了。对，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这块跟这块啥戏然后就要打完了再怎么尖过来之类的。这样，这样主要不也不知道点不点得到。点也点不到，点黑的还是挡这个。嗯。你挡点不了的话，这种尖，那黑棋先贴一贴，延个气，是不是直接给你杀气了？或啊，者我直接先给你中杀间气？跑一下。嗯，你如果走这边的话，打一下，跳一下，跟这边是，很乱，很感乱。觉作为优势的一方，对，心里有一点负担。嗯，有点害怕，是的，就是但想其实想。如果你害怕的话，你的招法可能就容易变形。对，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往往就是你离胜利特别近的时候。这个对，时候，你一旦背上了这种包袱，就是你进有担心，退又担心退得嗯，多，就对，会有这个心理压力下的变形。对，像这种跳的时候，我觉得也是非常难，不知道是先冲还是先吃，得看实战你怎嗯。么想的。但如果说你的判断特别精准的话，可能你这个。走一个你认为最好的，那样的话心态上就不容易出现波动嘛。嗯，但如果你判断不清的话，那就非常难受对。那实战的话呢，白棋这个时候肯定是想好了要断吃在这儿的，了。嗯。好，然后打吃，白棋踢，然后白棋就啊棋打回去，打回去了。哎，他不能长是吧？他长着觉得气上有，第一感总是长吧，对，他长是一个。觉得什么这一带的气有关系吗？嗯，他我肯只定能是是害猜。怕这边有对，棋。因为局部的目数实在是太想长了，只能说，可能他觉得靠完这一气会不会对什么这儿点了打什么的，就这一嗯。带我们可以看，如果白棋来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败图，嗯。就看上去我把你断开了，但是黑棋这有一个飞刺，对。这是可能白棋担心的。那白棋如果从这边搬，再。吃回去，嗯，黑的可能又要长，是吧？对，确这实有样担心的地方。啊，你说吃这个是吧？对，吃这个黑棋就长。嗯，或者我吃这个呢？嗯，吃吃这这个的个话，主可要能是还好像是你跟还刚要才那点个一我，样，对，嗯。点了冲过来，白棋，啊，他实战确实应该是怕这个，对，是。可能跟中央的气有一些关系啊。这个地方白棋局部目数实在是太想藏在这儿了。如果嗯，说吃回去的话，就感觉实战如果吃在这儿的话，感觉这条边的目还是差很多。嗯，嗯，我觉得确实太不肯吃这个，吃这个被别人先手打一下。对，等于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边其实一旦被打完的话，白棋的目被压缩的其实挺少对，这的。个地方也就是个实际目多一点嘛。嗯，嗯，那这地方如果被活的话，你这个目数感觉就一下子就不对了。对。哪怕是被黑棋活了，说不准都是长一个目好。但只是对，说，确实从白棋的心情，如果他没有想到，如果被人家靠，他怎么定型的话，也不太舒服。确实，靠一个白棋是不是算了？嗯，我觉得，搬，把这打出来，嗯，这样。嗯。
就粘上。我可能要拐这样的话就两算了，对，你可能要拐两下吧。哦，那倒是，这白棋收获还比较明显。对，这样的话就看你这个地方我能不能连回来。我就怎么？你挑的话，那我就粘上。啊，就是咱们俩啊，就都连大回来。家都好。嗯，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白棋也可以，完全可以考虑啊。我这还可以先吃你一下。这个吃还跟这有关系，哎，但是这我好像有先手的感觉。没有没有，但是那我不是先吃一下也便宜了吗？倒是，对，走这个，但是就是说我粘上你走，如果我病是先手，就这话我但反吃正你过。就打我一下也不会亏。对，但你病的话，我再煎到这儿，其实我目数还是便宜挺多的，因为本来我没活的话，你煎这个可能是先手嘛，感觉腻了一个西八木吧。是的，所以到这里的话呢，就是对白棋来说，其实也到了一个挺关键的时刻，面对连笑最后的一个，应该说到空里去搅局，黑棋白棋到底应该？那刚才呢，我们讲到，在这个时候，其实黑棋提完以后呢，挡一飞是面临一个选择，他实在是选择了打吃，但是从目数上呢，其实长一个是更好一点的，对，所而以且我第一们。感肯定是长的。对，所以我们就是分析他的心理啊，因为长一个唯一担心的就是靠完以后这几个子可能会活，但是从目数上来讲，白棋这里是增加了大概接近六目棋，对。那只能说这个时候可能挡一飞在一念之间有了一点想要吃对，黑棋想的吃黑想棋法，就他可能觉得你就算打吃到这一下，至少我直观的没有看到你怎么在这个地方做出两只眼，对。但我觉得白棋这个下巴还是不够简明嘛，就是从这个穿开始，有风险这么对，下，风险很大。感觉当时其实他就如果这个地方定型好的话，可能就是明显是盘面可能盘面胜负的棋这种关子。但对，如果这个地方被活出来的话，可能就不好说了。所以比如刚刚黑棋穿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就直接对，就补一算刀，了。现在的话，因为为什么我们猜测挡一飞觉得是想吃棋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也是读秒的情况下，连笑打了一将啊，也是为这里争取时间。那这个地方如果白棋不走，马上会有一个跑出来，所以对，白棋正常要补棋。对，但补棋的话呢，感觉第一感是往这儿补，这样对，等于肯定说应该，看成这样，第一感肯定是补在脚上，对，等于以后的目数这个脚上。看上去会比边要明显一点，因为黑棋还没有围这条边。对，因为虽然跳一下的话，这个地方黑棋已经少七目棋了，再加上白棋大概有个一目，就差不多八目棋吧，今天这个八目棋，那今天这个的话肯定没有八目棋。因为我们猜测就是说，这个尖从局部肯定挡一飞清楚的知道他的目是不如他的，但他对，为什么这么下呢？那可能我们猜测就是他会不会觉得两边在对杀的时候，白棋可能跳下来的时候，这里有一些尖过的味道，就是在也许延气的时候对，会有一点点的帮助。对，我们只能这么猜测，因为从局部的实控来讲，肯定是要走这个。我觉得反正想的可能有点太多了。这个我觉得尖一个还是目数差太多了，这两个尖，因为这对。个尖黑棋这边没有目。是就是的。光你自己的，其实你尖那边是几乎一样的，是的，那但尖那个话，黑棋少七目棋。是的，所以就感觉这个地方也体现了，好像这个时候挡一飞的想法也比较多。那其实对于你想赢棋来说，不是一个好事儿。对，他可能也就是从这个冲开始，他就想着杀你。那我们看一下黑棋打吃，那这块到底能不能活呢？黑棋这个时候是下了一步靠。靠一个，那白棋第一感肯定是要破眼，对，第一感总是破眼。然后下下再往这儿飞，这种，哎，这种就觉得自己本来形势特别好的情况下，突然要吃棋，其实是挺，不行。对，先飞了一先下，飞了一下。在打吃之前先飞了一下，然后再打，然然后顶后这个。顶这个那我肯定要破眼。对。因为现在的话，你这边上面它是打吃点都是先手嘛，不太好走，还是这个眼位看起来更关键一点。对，哎，走这个话自己连回来了。是的。现在的话，黑棋是不能来冲断的，就算我打吃是先手，然后如果我冲断这白样的棋，话还真有个杀气图，但感觉这个杀气黑棋好像不太可能够。对，打一下的话先延一气，然其实白后，棋就最简单的，可能就已经对，快就这棋样，了。这都是绝仙命令型的。对，这样就打打吃，吃，打，
因为这里黑棋粘白棋也可以，哎，粘的话就尖吧，只能尖。粘的那话就我粘一尖，下便宜的棋吧，我粘掉好了。对，这样然后我就再跳下来。这样我们可以数一下气。黑棋这里是1、2、3、4、5，然后白棋这里的话，黑棋主要是这个时候挖不上来。嗯，这样的话是这样的话就是黑棋如果没有紧住白棋的气就死了，但最简明的、嗯、其实这个肯定是紧不住的。嗯，这样的话就粘上，对，就粘上。这样再紧的话，白棋就提嘛。嗯，这个黑棋肯定不太行。对，哎，其实当初白棋可能这两下不打，直接打这个也可以，就是这个收的比较随意。其实白棋如果直接打这个黑棋，这边也不好延出棋。是这样的话，这个、地方是白棋的好处是那边差一口气。这样黑棋可能也不行，就是如果说你冲断杀气的话，这个气肯定是杀不过的。嗯，那所以黑棋的思路就是保留这个能不能在外面延延气。嗯，对。那这个时候黑棋就飞在了这儿，飞在这儿的话，白棋的外面，它能不能什么贴了再跳？嗯，贴了再跳的话，可能白棋黑棋已经延气了。嗯，这样黑棋再打这个，对，我们来看这个还没有打掉，不过就可以算打到吧。嗯，算打到然后出。我们可以跟刚才的图做一个对比。嗯，这样的话，黑棋其实明显延出了一气。嗯，就这个地方刚才已经没有嘛，现在这已经有三气了。那这个地方你再打，就是比如说刚才的这个图吧，简单的这个图。嗯哦，走这个，然后比如说你打这个吧，嗯，然后这两个打是你的，这个打也是你的，一二三四嘛，然后这边现在轮黑收，黑棋收住就死。啊，对，确实。这样的话刚好黑棋快一气，嗯，然后你可能就要想要不要这棋能不能贴住，但贴住的话，其实这个外面好像就出事了。对，贴好像我就算局部这样一个一个的往外怼，好像也快跑出去了。对。好像这样白棋还是有点不好吃，因为外面黑棋很厚、嗯、就算你能够从这儿过来，但是这个子好像你还是跑不掉。嗯，对，关键是下方你还欠着很多的棋。嗯，所以强吃好像不太行、这个嗯、就这个那白棋也可以考虑直接走。嗯，直接跳一个什么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对，有点乱我觉得、嗯、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没什么把握。对，而且白棋现在心里应该还是带着点优势的意识，虽说优势的时候杀棋还是有点难的，下一个看不清的图好像就很害怕，不知道要不要收手了。对，那接下来呢，白棋就选的是一个收手的图。嗯，飞完一冲放你回家，那这个就是明显就是等于收手了，算了。嗯，他可能觉得整体的目一点，然后觉得我能抢到这个跳，形势也是可以的。嗯，但其实话说回来，那这一串感觉思路还是有问题的。嗯，就这串其实不是招法问题，就是思路上，这边想强杀嘛，但强杀完黑的飞到这儿的时候，可能也没什么时间了，算不清了，又回去了。但这样的话，感觉黑棋这串还是很有收获的。主要眼见的你的目数好像明显少了很多，特别是我感觉还附赠了一个这个，就是如果笑笑没有打这个将的话，他应该是并不到这一下的，白棋肯定会往这儿捡、嗯、但是他这个打将等于还便宜了一下。但当初如果白棋尖到那儿就好了，其实跟这个地方关系不大，所以就能够看到他当时这个尖只是一种感觉，觉得好像跟这边对杀会有帮助、嗯嗯、说明他当时觉得跟木没有关系，就我只要把你吃了就够了。但是突然在飞、嗯、但这样的话就相当于等于这样嘛，本来黑的尖一下、嗯、这一下可能黑的稍便宜一点，对，再便宜一点点。嗯，主要是人家已经并上来了，就局部的目肯定还是想尖。嗯，这盘棋如果被逆转了，只能说应该是白棋非常可惜的一盘棋。对，前面下得很好。对，应该说一直掌握着局面。那目前白棋跳到这儿以后形势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整体的形势。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也比较巧，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94年的嘛，然后所以2024年今年呢，对他们也是30而立。两位棋手呢，虽然已经30岁了啊，但是呢，也是一直在国内的前几名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非常的厉害。然后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就是党一飞的生日，嗯，所以说对他来讲，如果能在生日这一天捧得第一次拿到的这个衢州烂客杯，肯定是很有意义。
那当然，连笑呢，作为已经在国内拿了非常多头衔的一名很善于这种杯赛的棋手呢，肯定也不会轻易的如阿郎所愿。那现在形势怎么样呢？现在我点感觉已经有点点不清了，啊，就刚才的话明显是白棋好，但现在的话可能白棋形势还不错，但是不确定的地方太多了，就比如说这个地方你点多少目棋，就可能白棋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些目的，比如说你暗粘不目，一定是个先手，对。就算你是先手，这边你也要减一点。就是纯点目的话，点不出白棋好，但白棋可能这个棋稍微厚一点。就等于说，应该是靠了一些这种欠的暗目，客观来讲是白棋好，但是通过我们的点目已经能够感觉到局面在大幅度的接近。那接下来呢，继续收官，黑棋先立一个，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兄弟打架，收官很不舒服。对，实然还是选择虎了。对，虎的话就是亏一目棋，亏一对，目多一点，但他但挡是，肯定是怕被对，搬。但是挡被一扳的话，多一个立的先手，他好像觉得不止一目棋。对，所以他回去，然后黑棋继续把先手走掉。这个时候白棋实战就是挡，也是我觉得这个局面下比较容易想到的。但好像是中央这个地方，其实它是要怎么交换掉更好？提一下，就提比黑如棋跟你，棋，然后然后再我走一团下。掉，这样的话应该是最好的收官。对，但这个我觉得难度还挺大的，这手的难度很大，就是提容易想到，但下一手这一手我感觉，就还是得下棋时候当时思路清楚吧，就是因为你挡的话，其实你已经活了嘛，这一下虽然说损这边的眼，但是目数好一点。而且这个的价值，它其实主要是体现在中央这块的厚薄上，所以就是可能你实战中会忽略它。所以这个地方，而且我们人类棋手比较喜欢保留，一般这种棋可能会比较想放着不走。实战挡住，然后黑棋粘上。这个地方白棋打吃了一下。打吃是白棋先手。对，然后打完的话，这里就有需要一些补棋了，不然这块也没有活。实战好像白棋的下一步就有点缓。对，但是我们看人工智能的推荐，就始终是要提这个是关键，这个可能有点难，因为我觉得人类好像不太容易往这儿想。对，他冲这个还是想着简明吧，简明对，定型一下。对，但是呢，就等于。他在这个地方花一手棋，他可能觉得这边的价值并没有那么高，就等于说，白棋是补在这儿，他等于好处是以后能虎到一下，或者说什对，但么是飞补一在下。这儿的话，其实你本来没有这个子也可以走嘛，也可以走到。其实这个子的价值非常的小，就除了联络以外嘛，这手棋主要是联络。那这样的话，黑棋等于又粘到一下，就下面的目数，刚才说欠的目数等于又都没了。是的。所以说这手棋可能还是有点缓，如果补在中间的话会好一些，但这就样补在这呢，种提的位置。对，更有价值一些。对，这样其实黑棋因为这个冲断的话，这边还有度过嘛。对，你这个地方如果说提了团一下，走一个先手活的话，那个完全可以再收上面。是上的。面这手戏也很大了，这边就往上面走。所以好像这个地方白棋这样冲一下，不知道是第一有可能读秒的催促下没有想到这个题，还有可能就是因为局面一直很细，有点不太好判断。如果说白棋还带着之前的这种优势的心理的话，很有可能就会悄然间被黑棋追上。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想稳住吧，先稳住，然后再看。对，但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等于现在白棋在这里花了一手棋，就能够让黑棋在上方先手收官。黑棋这个地方可以冲，关键冲完的话，它就附带着这些打都是先手，这个是黑棋比较愉快的。对，这里的话没办法，只能打这个。黑棋提一下，这种好像打到也不便宜。对，主要是打一下之后有可能撞气了，就打一对，下，如就果你再打的话，黑的扳打到的好处是，你撞不气走了。的话我就便宜了，但是现在黑棋可能马上就会对，收在这儿。这样的话白棋就撞气了。所以他没有打这一下，那黑棋把这个收掉。这手棋还是很大的。对，好像收到这里以后，局面就已经非常细了，也是第一次黑棋的胜率。这盘棋到目前为止，第一次黑棋的胜率是过了50%，现在是可能对黑棋稍稍有利的一个五五开的格局。
我这个棋确实太难收了，还是得看发挥。对，就接下来对于双方都很关键。然后在我们过往的印象当中，其实党一菲的后半盘收束基本上可以算是目前顶尖的几个人之一。如果以正常的情况下跟笑笑做对比的话，我们可能会更看好这个党老的后半盘。但今天可能有一些这个综合因素的影响。对，今天主要是因为是算是被逆转嘛，对，就因为本从来优明显势好，对，下成这样。对，所以说可能不知道能不能稳住啊。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收束，好像又挺细的。我们来看一下，白棋走完了以后的话，轮到白棋牵手，这个虎一下，然后啊，终于心心念念的这个终于走到了，但就有一点晚了一点的感觉，就等于说他觉得这手对，棋就确是没实，有那么大。因为等于这手棋你等于多补了一个嘛，或者说你补到下面就好一点对，嘛，你明可显能补好一在点。这儿，目会好一点。对，那不管怎么说，走到了，然后对，啊，其白实我棋觉得这个能走到也能看出来，党老罐子很强。就还是能够有这个感对，还知，是有这个感觉的，只不过是可能刚才想说求稳了，没有走。对，现在还是很细啊。我们继续往下那看，走这个。啊，白棋并两下，这也是他觉得好像防止被你团一不下。亏，这样的话等于便宜，很有可能便宜一目棋。就你挤到这儿的话，就是便宜一目棋。挤到这儿本来也要补两个，现在也是补两个嘛，等于是便宜一目棋。现在有点难算的，就是这个提好像也挺大的，但这个进来也挺大的。对，其实从棋感上来说的话，觉得这个可能会大一点，就是棋感上来说，因为黑棋走这个可能是个先手，走这个不走的话再一挖。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我去，比如说收个别的的就是话，提黑一个棋吧，尖，比如说你提这个，然对，后我进这个。那就后续还有对，挖。你不走的话，我再挖这个。这手棋看起来很大，而且对，而且其实他这步棋，他这个已经是想好了，就从啊，这步连棋之贯后思想维。好了，对，他接下来可能一定会走这个，要不然的话，他好像不走这两下，好像黑棋这个断不了白棋，这两就下等如于果不说，走的要么话，你就别走这个，搬完了把这提了，这个提也特别大，因为粘完还带着扑。但是如果你一旦并完了，那你肯定就会虎这对，因为并完之后这边前一个挖断。个。这个就看你的官子是怎么构思的了。实战白棋搬一下能搬到，对，黑棋这里千万不要打住啊！可能很多棋友说，哎，他不是气紧吗？我可以打住，但这里的话，你打住，人家提就变成了先手，就相当于提跟一路的搬进行了交换。这里要小心，黑棋当然是退，啊，白棋尖。那作为气和，黑棋肯定也得粘上。其实这个，其实我看党老这个官子思路还是挺清楚的，感觉还，说的没什么问题。对，就展现了他官子还是很强，但是好像从这个到这里的时候，局面已经对黑棋是稍稍占一点上风，因稍为有力的半目黑棋主要是在拐之前还可以扳一下，哦，这个可能是比较愉快的，确实。这个容易忽略，这个地方看上去很像这个扳粘是后手，但如果你去吃我的话。就展现了残子是很有价值的，这棋确实，主要这个容易忽略，还会被搬对，粘一被下，搬粘到一下。本身你搬粘应该是永远走不到，因为你这里增加的目和我少的目不成正比，但是现在因为你要分段人家，这个地方一冲就回家了，所以等于被搬粘到了一些，被搬粘到还是被便宜了？当初能立吗？立的话被挡这个，挡一个倒也很大。好像确本实。身白棋的构思是很好的，但是就容易，因为实战中不仔细看的话，这种就是气紧的弱点是需要仔细观察一下的，可能是这一下的差别。对，可能这个地方稍微差一点，对，被黑棋搬粘一下，如果跟利比的话，一目棋还是明显亏了一点，白棋明显亏了一点，大概亏了一目棋差不多。现在还是非常的细。然后现在呢，就是搬粘完以后，应该是对黑棋稍稍有利的细棋局面，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变数，比方说这一带怎么定型啊？然后包括白棋现在应该对，是白得，棋上边，对，赶紧补对，了，这个肯定得补了。这个好大，十目棋嘛，十目棋差一点，那白十棋有，把它补上，对，9/3。对，然后黑棋的目数。
接下来是哪儿比较大？黑棋，看一下，哦，黑棋把这个断了，这个的话确实也不小，光这儿就一二三四，然后这还带着木，这个确实挺大对，而且对白棋死活还有一点影响。的，本来白棋如果收这边的话，眼位更大一点，这样眼位小的话，以后可能还有点气。但是现在的局面，白棋肯定要抢木了，不会轻易的在这儿补棋。白棋是利用这儿的先手飞，哦，飞一个，诶，但是飞一个，飞一个本身不是先，诶，飞，不是飞本身是先手，但是黑棋可以先收这边。好像也不是先手，诶，没有，肯定是先手。哎，你气紧啊，你不哦，是也断不开我哦，飞其实是个后手，是吗？啊，对。吗？那。突然发现黑棋的这两个子远比你想象的有生命力。我们给大家看清楚一点，就是为什么这个飞它不是先手，就是比如我走个别的，然后呢，你如果冲断我，这个大家看得很清楚。就这么断的话呢，黑棋的尾巴气非常的长，是不行的。但是可能很多棋友会觉得白棋可以这样断，但是呢，相当于就我这个团对上面是先手，我只要团在这儿。然后你一补，我再一打吃，这五颗子和这颗子对，主要无还是法气两紧全。哦。啊，飞还是后手，那这个地方确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了，是的，一直都是后手，就铁等二于我飞们也一后手。开始乍一看肯定会觉得像这些都是组合拳，好像。对，那现在这是后手以后，黑棋就在这边先动了一下，黑棋在。点进去之前是扑，可能也是读秒，摆个打尖，将，对，是不是看，别看错了？对，再看两眼，这个时候关系到了冠军的归属，也是很刺激的时候。哦，我本来其实以为是，就是他这个点是先手，因为点好像白棋没有办法，只能到，对，然后黑棋需不要一个太单利。立，这样的话呢，你走这边我就拐回去，然后你挡这边我就可以搬过。这样的话等于黑棋先手收官，白棋这个里面还没有活，如果脱先的话，黑棋就直接靠一个就死了。啊不，这块棋这边还有一个，先走这个。我能不能做啊，走这个的活？话能做活，我好像，这样的话能活，但是活很惨。这样的话就还有只有2目半了，我就是这个是，哎，不行。就是，做这哦，就是这个，个，但就有点，刚好活了，但是这样活的话只有2目半对，而且还是得靠黑棋挖的时候，刚好你扑我提对，带响。对，哦对，而且这个地方，黑棋这个打你也要不了了，那这个太大了，也还必是须得要补硬，啊，这个有对，点大，是。黑棋这个打也要不了，必须要补棋。那白棋在补之前呢，是把这个团掉，对，这是一个小细节，对，这因个为。团其实很大，黑棋如果挤的话，就你再搬粘的话，就等于这个地方差了一个1目半，差不现在这盘棋呢，虽然剩的官子不多啊，但是我多。们可以看到，因为上方这有一个，就这个劫是算成你打白棋缩回去，还是说白棋会跟你提一提，然后外面再收一收，还是有一定的变数在这个棋白棋肯定不能回去了，就是打的话。就比如说你打的话，我就粘上，其实还是一个连环劫吧。就你提我提，我永远不会让你对，把我就踢是回我不会去。让你立马把我提回去，你断的话我就吃嘛。就是就明算你棋白，才有利，你也不可能吃，把我走回去。是的，现在好像还是非常细的一个情况。现在黑棋打吃，白棋就粘上，对。然后黑棋收的是跳过这个，跳一个，跳一个差不多5目棋吧。那这个挡也不小，倒是，但挡一个黑的一二三其实这个地方黑棋要收的话，可以飞一下。四，飞一下的话，跟你当比的话，我还是明显便宜了一点。不知道他有没有走掉的心情。哎，对，这个棋好像明显也要飞一下。因为飞，如果你提在这儿的话，我好就并，反正对，这并样我是就先当手便嘛。宜了。并的对，话，本来这个地方就是并下等于稍亏一点点目。是，他等于只是撑住了一下这个。对，但这个话等于我，
把这个先手等于先手拐嘛，就等于我拐你提啊，飞跟拐的目数是一模一样的，是，就等于我拐你提，我多收一个大官子。对。哦，没有走掉，这个好大呀！这个被白棋挡的话，等于白棋逆了一个，就是挡，如果算后手嘛，一二三四五，然后就等于四有三分之一，等于逆了一个四有三分之一，那太大了。好大，这那这如个果挡官的时候子，黑的搬粘的话，等于黑棋亏了一有三分之一，就跟飞掉比的话，因为刚才白棋是三分之二嘛，这样是两目棋。这手棋有点太大了，这个是应该是没有看到可以飞，如果看到的话肯定飞掉了。可能当他可时，能以为觉得这个拐跟这个来做比较嘛，对。然后他觉得拐比这个小，但是如果飞掉的话，就明显好一点。而且主要这盘棋现在等于没有别的官子了，它有可能就是相当于收到了最后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对，这步好像很关键啊，这步如果下出飞的话，是不是可能黑棋要赢？对，现在好像是如果你跳被挡住，就依然是一个半目的细棋这样子。哦，对，但这个好像收起来也跟上面的劫有一点关系，还是挺细的。我们来看实战，实战走到这儿呢，白棋肯定这个挡很大。然后挡完黑棋断上去，也是想争取把白棋走进去。我觉得是不是他又看到了，没心情，走确完又实，搬了。那这样等于被白棋先手挡到了，就对，是心情上不太等于亏了一目多，好好。像这个很关键。是。这要是输半目也太痛苦了。黑棋，什么？我的眼睛，黑。黑棋，然后走完应该提解了吧？对，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好像有点像刚才李老师给大家分析的，因为我们看下一步啊，这个时候我觉得黑棋正常是肯定就要只粘能上粘的，了。但是我感觉可能就像你说的，他突然在挡的一突瞬然间发现想，了。我为什么不把这下飞掉呢？我为什么不把这下飞掉呢？但其实我们从这个手握 AI 的胜率来看，黑棋现在粘上应该是领先半目，就非常的接近，大概对，但黑是确实棋不好67说。左右的一个胜率。但是在这一瞬间，好像连笑可能是想要我觉拼，得又出不算对，了，不是他以为这个力是先手，就是是，然他肯定后是以为这个力是先手，团但的力时变成后候，手这个了。下一手是团的时五候必目，须得粘了，对，只必须能得粘粘。了，要不然的话等于你这个跟这个做比较嘛，那你亏飞了，但那个是扳就你两目粘棋，完，我们刚才说好像是可以可以脱这个先打了。先手好像又出误算了，没有发现这个打的打是先呀。手。这盘棋没有想到这个后面还是有确很多实，变数啊。这个好像，因为其实从前面的走势来看，特别像这种就是白棋一盘好局，然后惨遭逆转。但是没想到在这个最后，可能这个跳跟这个挡这一瞬间。连笑意识到自己的官子亏损了，所以说下棋的时候，有时候如果没有意识到的话，你反而就正常下，说不定赢了。对，你意识到之后，你突然发现自己亏了一目多，本来还觉得有点细，可能这就个忍下不的。了，感觉，对，然后这个肯定就是，我感觉他这步，尤其是他断完之后，他肯定就想着一直打将嘛，就想打将几下，然后再走回来，然后发现打了一个不是将。但是我觉得这个棋就说明他如果一直有这个尝试绝先的误算对。的话，可能也确实容易。但当然，但是本身这个局特别确实特大，别大。对。就如果你正常收官的话，是能立到的。就立的话，白棋一定要挤这个嘛。但主要问题是，他这儿又给我搬了一下。这个搬如果没找这个劫的话，其实也好很多，就他可能等于差不了两目挡一下，棋。对，也还好。这个棋确实很这个阴又差扑阳了一下，又错，亏了两目棋。对。其实他如果直接立的话，就这个时候直接立的应该话，是好立得像到的，好对像，能立了。这个因是为逆我们三嘛？对这里扑一下这个很是亏，逆三，其实这个不止，这个也差不多逆三。我感觉这个很大一点，这个比逆三更大一点。但是现在等于他搬了一下之后，这个体变成逆五了。那逆五的话呢，这个逆三大一点，那好像明显又亏了。对，这确实，这个棋还是挺微妙的。但是现在感觉被一提，好像胜利的天平又这个倾向于了黑棋。我们来看，在提完以后呢，黑棋是先打将，提这个，然后那白棋肯定不会缩回去，白棋一定会提这个。
觉得这个肯定是发现自己看错了，对，然后走了，也他得走这对个吧。就是团，然后白棋打吃，然后这个时候他还要再提一下这个，这那个就这个是就是，心情上，我觉得下棋人也很痛苦啊，这感觉一直在提这个，可能不对，太对了，心态不太对。对，也在这个点目棋吧，很可能有也意在思，点目，是看的。这个棋还能不能收赢了。但这里的但我死觉得胡打倒还是这个比较扑强。都不扑了，可能觉得没有意义，是吧？但我觉得如果自己形势不好的话，肯定扑一个多想个30秒嘛。其实下棋后半盘，有些时候就是看他双方落子速度，你能看出来谁赢了。是的。就是输的那一方的话，就是感觉落得特别慢，觉得自己形势不好的一方吧。但如果觉得自己赢了一方的话，好像就不想给对手时间。对。这就是看这个时间，因为实际上对手在用时间的时候，作为对面的也可以在想嘛，所以就对，形势有利的一方就想快快快快快用你的时间，然后形势不利的一方就会尽量想要去争取一些。对，现在白棋做活，刚才给大家分析就刚好靠这个地方，因对，为刚好，黑棋先扑也是没有用，先扑本身就把白棋送活，而且我粘也对，可以，然后你只能挖这个，我一等你扑，我可以对，劈。但就其实相当于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后手四目嘛，很大，有一个打吃的，很大，打吃要不了。对，所以我估计接下来可能笑笑还是得冷静下来继续收，对，因是为，不是还得把这个弯过来？还说他要打住，会不会再想打住啊？哎，这一下当初怎么就搬了这一他下搬一呢？个饶是找劫啊，就是他当时肯定是看见了，就看见完之后他开始痛苦了。但是，就说他不打这个劫，他直接空力也是先手嘛，就刚好特别巧合的情况下，对，才被收成这样。这里是明显亏了，明显亏了，这是一个应该说价值千金的勺子。现在我们看一虽下。然说目数不多，但是很关键的一步。对，主要是没有什么别的，就是没有别的官子了。现在只能弯。可能他也不敢打住，打住主要是太过无分忧了，肯定解。打不了。对，对。别人几乎无忧解。是。好，白棋尖。煎一个，这样下来以后，基本上这个目差就是比较大了，因为能够看到黑棋是基本上白被提了一下的感觉，但是这边倒是也有一点对，收获。团一下就差不多等于挡这个。如果你搬粘的话，你等于是亏了一目多嘛。然后你走这个，你又亏一目多，等于亏了三目棋。是的，本来我们说是对黑棋稍稍有利的半目胜对，负。他飞下是不是好像是赢了更多，是吧？飞下的话，可能就是明显要赢一点。挡的话，他如果搬粘的话，可能是很细，但是被白提的话，等于又亏了将近两目棋。对，现在，这下没有走掉，这下没有走掉。黑的现在是，黑的，我想想，贴这个，贴这个，然后白棋要冲一下，为什么要冲一下？我在想，冲下冲是不一是就下。觉得无所谓他冲便宜在哪呢？我本来走你不要啊？急，没有，但走这个话我可以拐，就觉得无所谓吧，因为他这他可能个觉得差，差不多吧，几乎一样。就跟，就他觉得冲掉简明了，我觉得可能还是真点清了，白棋可能真点清，确实，就冲了，就给不给你变化嘛？这盘棋这的边后都是半先盘手，是我没有想到的这种就是跌宕起伏，因为其实对，我们在就是来的路上，前面应该说白棋一直都很顺畅，然后对，感觉是一盘白棋的好局，但是进入到后面，应该说连下在这个地方的这种就是利用白棋的气景对。还是做得很好的，然后正当我们以为可能阿党受到这个心态的影响，可能是一盘惨遭逆转以后，对，没想到突然这一瞬间，黑棋的这个195看错，主要核心原因是他先对，估计没有注意看到到了这没个，有对，飞，他注意然到了。后又觉得这个李是先手，所以就导致了现在一个他情如果况。没有注意到这个，我觉得他肯定会粘上。他不会选择跟别人打这个劫，突然打一个没有意义的劫，然后这个也不走了。是的，很微妙的一盘棋。然后现在贴黑的粘上，这盘棋确实也能看出来，战斗的时候好像还是明显是连笑更强一点。连笑好像这个通过战斗，感觉形势拉回来了不少。对，然后收官的时候呢，也符合我们对他的印象，好像这种细节的不过关这注。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失误了。这个我觉得正常来说他还能收对的。对，其实官子本身这串收的还是挺漂亮，从这个打开始，是的。这串收的非常的好。
有点可惜。不过现在其实以这盘棋的这个精彩程度来看，说实话，可能没到最后一手之前，我们也还是带着悬念的心情来看。虽然说确实因为亏完以后，正常双方都不失误的话，这个收数肯定是应该白棋要赢了。但现在毕竟还没有下完。对，可以再点一下目吧，看一下。好。那我们请李老师给大家点一下。然后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今天是党一菲的30岁生日。然后党一菲和连笑呢，私底下也是关系特别的好，因为他们也是同龄的嘛，94年。然后据我所知，也是经常在一起聚餐的。然后像笑笑可能跟阿党，我估计啊，他们今天晚上不管谁赢，很有可能会一起吃饭。那我觉得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应该有很多的谈资，因为这盘棋不管是谁赢了，作为他的对手，可能都有很多想要倾诉、想要表达的。现在好像还是蛮细的，但我们等李老师给大家点一点，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棋我点的话，感觉黑棋明显输，明显输，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AI 好像是差几目棋。哎，这个时候，这个粘的话是对这里有对，就半是黑的现有在得一粘嘛，目，然你不后粘的这话，这边边要死。但我点的话，好像黑棋也就旁边好不了太多。白的目数可能稍微薄一点，这边有点挤。白棋先爬，这个但是我觉一得白个棋明显赢。逆收，一手二有三分之一。对，所以都已经收到这种关子的时候，肯定是得定型掉。现在我们也是一直在跟着棋局的进程就啊，没有就是打到爬到这儿。这儿，对。那这个应该是必须要下的，对，但是这个就刚才说形势不好，可能下的慢一点，点点目什么的，看有没有逆转的空间。对，那我刚才点感觉明显那我看输，到这个就一点五是吗？下方这个目白棋是怎么收的？这个地下方收方。的我看还挺有意思，他觉得白棋就应该冲了团，这样说，冲了团黑棋，就是麻利一下。你要是冲了团急，确我实是就好单飞棋，啊，我就单飞了。顶级的话就大飞，走的话就爬。对，啊，那确实比我想中还好，我本来以为他就爬一下，点目的时候就爬一下。是，但就这样的话，也就是一点五是对，好像也还是挺细的。吧？我点感觉好像明显输了，那上要是方不反点正点是没有目，变数，黑棋就先打住。这个地方是因为断还是带着响的，就不可能有比这个关子大的。黑棋还是打住了。打住必须要然打，后我们就看一看下方党一菲能不能收能不出能这收个对？冲了团，对，还对，是看有他怎点么难收，度的。看他怎么收了。冲了团收出来的话，肯定赢。然后中央这个地方要，还是但有个其实关话说回子。来，白棋就算爬完把那个就这下也挤掉，然后把这个收了也可以，因为这个是四目嘛。其实我感觉可能也差不多。冲了团，然后黑的挤到这儿，白的点的话，等于白棋只是多了一目棋，然后黑少了一二三，一二两目三目，那这个四目也差不看白多，棋怎差么不多。收了，是的。这盘棋呢，因为进行到现在其实也5个多小时了，然后作为对局者，其实一直高度紧张的状态，可能到这个时候，它已经是一个相对没有说那么清晰，然后要尽量的去找当前局面下他认对，为最好的。就害怕吓晕了。对，毕竟就是下棋，可能棋友们也经历过，就是如果你一直很专注，然后高强度的去思考的话，几个小时还是蛮辛苦的。像他们现在已经5个多小时了。看一下白棋怎么收。现在主要就是看，中央的话，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为什么说有一个嵌着的打吃，如果粘上的话，黑棋这个地方可以扑。对，白棋本身扑的时候呢，不管你是用粘还是用提，就意味着我这个打的时候你就不能要对，了，等于这个地方被扑到了一下。对，这样的话就死了。所以说扑的时候，白棋可能就只能粘这个，对，那等于说然后上面提被一提一下，下，但这一下太大了，所以说这个白的还是必须要走的。那就相当于打的时候我这个就先不粘了，大概看成我粘在这儿，对，然后你提几乎掉等于了。看这样，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是两目嘛，四目变成两目，这边好像稍微差不多，稍微大一点，是的，得看后面有没有官子了，然后再决定粘这个还是走这个。对，然后我们当看到时了就是白走，棋选择了这个，那就没有收这个。
所以说当老官子强啊，是，这都能受罪啊。对，但确实后半盘的这种各种故事啊，我觉得就是今天如果白棋真的能顺利的赢到最后，也是运气不错。本来可能是一盘完胜啊，但是确实连笑在这一代的智姑还是很精彩。对，而且包括这边收数嘛，我嗯，觉得这个下注飞的话，可能是逆转的好局了。对，都是就是后半盘，应该说可能前半盘，我觉得连笑的这个策略还是打一个问号吧，可能他是想求战，但是效果没有那么好。但可能从，也是非常了解对手。对，但从这边进来以后，确实是能够感觉到黑棋越战越勇。黑棋现在又来了，笑笑的又这个开始争提取了时啊！间的好办法，因为这一题就是59秒，然后对，我再找个劫又是五人十一九直秒。提这个劫的话，能下很长时间。对，提完，看一下，哦，但是黑棋是不是得给他提回去一下？对，就是你得注意，别被对，白棋逆收对，了这嘛。样有点亏。就黑目棋，前还不怕逆收，但是你再收到小官子的时候，你就不能再这样提了。嗯。对，这个是黑棋的权利，这个要冲赢，一下。然后那肯定就要把这下提回去了，每一对。下笑笑都可以争取到58秒左右的思考时间。对。对。嗯，提的就有一个话，这种连环劫，好像还挺好的。对于黑棋来说，就白棋肯定不肯提回去嘛，那样的话就等于你可以一直提，一直给自己延时。对。这个劫其实要盘，就说目数没便宜，但我觉得可能给个一两目棋，说不定还可以。就是这一直在提别人，对，就等于有一就等个于每延步时棋变库。成了2分钟嘛。对，就是本来你1分钟之内要下，现在等于2分钟。而且这样的话，等于说，如果我要是打一个大约在一目左右的单片劫的话，我就劫无敌了，因为这个你又不肯缩回去的话，啊，不对，这样的话你可能得粘这个，哦，对，那我就是，走不到那一下，是。反正劫就是刚才如果说你打住这个，你敢打住这个的话，那可能这个能提回来，但是那样的话可能这个劫就完了。对，主要这个劫好对，像有点猛，这个你还得跑对，一下，你要走这个被打了断，就等于说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劫，不太可能打上去。对，就反正可能打不上来。嗯，好，来了，我看看，团完，对，该提劫提了，回来，然后白对，棋秒提，这个时候能够感觉到就是白棋在尽量下得很快，然后黑棋在对，尽量的用时间。我感觉这样确实点清了。如果没嗯，点清的话，白棋可能也会下得慢一点，然后来点这个目数怎么样？对，在我印象中，确实他们俩也都是这个90后，一直成绩很好的。但我比较意外的是，好像党一菲之前确实还没有拿过国内的头衔，他应该是第一次就是有望拿到。那连笑的话，大家应该知道，不管是天元还是鸣人，还有棋圣，都是拿过的。看，现在是进行到白棋提，然后黑棋要思考这个局部怎么收，因为，感觉上是想抢一个先手把这个打吃的，但是他可能自己也在对比这几个官子到底哪个更好一些。脊柱肯定会比这个稍微好一点，因为走这个被爬完，这个还是很大。看看连笑会怎么收。我觉得还是得脊柱这个，就是脊，记住，那。挤住完以后，脊柱，白然棋就后白打棋再飞，大这飞，应该都是白棋想好的。对。大飞的话，黑棋就粘上。你粘上的话，我就长嘛。一样的，好像我还是对，得走，我总得损那个，是吧？我不损也行，不损。对，反正就是说你粘跟我这个嘛，就对，我这就是儿有说一目这俩棋，看成对，剑合的，对我大这个致地方差不有一多。目棋，那可也能就你是刚跟才我说不定靠也靠差一不个，多，对，对，跟我这那样，样是一样的。可这样的能话，靠完的好处是这个挤更先手一点，可能这个挤但比是较难。也几乎一样吧，几乎一样。白棋棋想说话，它完全可以收到这个，是的。因为你还要收这个嘛，还要收这个答案。看一下接下来的收数。双方应该是进行完今天的这个比赛以后，也马上就要开始19号的围甲。好像目前这样回头看的话，其实白棋的这边确实被破掉还是挺多的。好像看上去白棋其他的目其实增加的不太明显，
对，那我们最开始觉得这里是很立体的一块白棋的空，嗯，就是说为25目肯定赢嘛，现在的话，现在就等于20多一点，而且后来等于这个地方又收两步关子，是的，还多不到提了一点，对。现在的进程就是黑棋靠，因为我们刚才看了，你粘上被退的话，由于这儿有打吃，所以局部的目是一样的，这一目总是白棋的，所以黑棋可能觉得还不如让你动一点，我就靠完了打。不过其实一样的，倒是没什么太大区别。大致会下成这样，当然我们现在，摆成这样是没问题的。然后，但他们每一步棋肯定会就是每步多花一点时间来下，是的，其实还是在点目嘛，就是看这个棋到底怎么样。是。但其实咱俩都把这点清。其实下棋时候还有一个就是，优势的一方更容易点清目。对，因为你要形势不好的话，可能有点关注点不在这儿，可能是在怎么想办法去创造机会。然后那个优势的一方，他就比较有这个，尤其你思考的时候，可能他更多的也会再多点几遍，把这个局势掌握的清楚一点。整体来讲，这盘棋还是白棋占上风的时间肯定是更多的，但确实黑棋在这一块儿应该说洗得很漂亮以后，局势就接近了。然后白棋可能这个地方前面没有注意到提了团，所以冲完粘这步棋有点缓。从这儿开始呢，一度黑棋的胜率就反超了白棋，但一直是细棋特别特别接近的局面。就等于黑棋犯了最后一个错误嘛？是的。有点可惜。但他是实战就像是这样。对，他是不是在想要逆收这个？这个逆收也挺大的，这个是逆收两目。但这个打了后手四目，逆收两目等于一样嘛？对，但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关子了，我应该收哪个？如果没有关子的话，应该收后手四目。对，但是现在还剩下一些这种什么先手两目关子，先手一目两目，对这些关子好像应该是差不多。但其实别人走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后手两目肯定会比逆收，不是后手四目肯定会比逆收两目大，因为你逆收两目还要后面再来一个相应的才可以。对。但是如果从算目角度来说的话，是一样吗？是的。现在就看笑笑怎么收。多数情况下，反正就是后手四目嘛。笑笑收这个。增加点变化吗？对，这个本身是一目，然后如果我能打到，那就也两目。但是如果能打到的话，是你收两目。对，那其实这个也是你收两目。但他走这个的话，他可能会打这个。他觉得你这个也没有，也没有，他这边也没连上。那其实是一样的。对，但是一般就是你知道自己正常收不够的时候，你总会给对方增加一些可能性，比方说打打劫，就会有一些变数。但他这个如果打到的话，好像比两目戏稍微大一点点，这还含着半目是吧？但其实不是半目，就是你冲也是你收一目，也算是你，但是不一定稳走得到。好像差不太多。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其实白棋如果顶的话，你反而有可能亏了，就是劫财亏了嘛。但是你的目数有可能就是说你这个冲变成绝弦了。对。但还是要考考试，问一问你怎么应。对。这里的话白棋就有几种可能，一个就是说把这个逆了，一个呢他去补这个，或者是就跟着应，就看白棋怎么。有可能还是先走这个，这个毕竟是个绝仙嘛，先把绝仙走了。而且很大，就挤完挤这个逆收还是蛮大。对，因为下一步棋这一手棋是一个四目嘛，就三目，然后这个地方有半目。对，但是我断完之后你这儿还有，那就再加上半目，就折算下来差不多。对。还是挺大的，应该会收这个。或者他就是觉得要点清了的话，他把这个补了也行。但补了好像不知道被打到几了。补的话，黑棋肯定会先打这个，对，有点难受。就被打完，然后再把这个逆收了，就这样的话，等于被黑棋多收一个逆收两目。那好像又不一定，所以可能最优解还是团在这儿。团一个，对，团或者顶这个吧。我觉得这两个可能差不了太多。对。但是肯定团好，其实从因为你团是绝仙嘛，团是先手，是的。这盘棋看看最后应该如果这一块再定型的话，可能就变数不太大了。对，就剩下的都是这种边上的两目或者两目的关子了。
所以这部戏有它的好处啊，就收了一个对手意外的，对，所以其实大脑开始想了，就本来前好面像感觉没有白棋都是想，秒对，秒下，就下，是我们能够感觉到是等50多秒黑棋下完，然后白棋秒拍，对，那终于可能这一步棋出乎有意料可之能外，能让这个阿党用一次之类的。对，就是非常出乎意料之外的一步。是的。因为我们这次决赛呢也是单番啊，就不是番棋，所以这一盘棋就会决出最后的冠军，影响还是很大的。哎，我看一下，啊，还是白棋够，打了一将，但你看他就啊，是争取了一下，确实，然后等你粘上再团。官子确实是非常信赖啊。那这种地方确实，我觉得失误空间也不大了，然后接下来他在团的时候，他也想好了中央打怎了么一个，收，因为他团在这儿了，他就觉得对，给你先手提这个子就行。就粘一个算了，铺的这时样的话候，把这个变成决心。对，然后我再回到这个，这么收应该算是最稳。今天这盘棋的激烈也让我们的子儿都已经快用的差不多了。对，打吃，虽然黑棋还没铺啊，但是他肯定要这么收，因为这是他的先手权利。铺了提一下，然后等这个。对，如果黑棋把这个收完了，把这个挡上，然后白然后棋白棋再顶顶，这我们看一下，大概会挡个。上顶这在个应这。该是。应该会是，会这么下。然后官子，这个好像比一目多一点，其他的后二后二，这还有一个卡对，住。是啊，对，卡完这还有一个后面的气劲。卡住也是两目，但是卡住总是感觉比两目多一点，就好像是能，万一有一吧？天万你气一劲，有比如点，说这都走住的话，对。然后这也有一个，比纯一目多一点点，应该会收那个，对，那个大一点。因为这个本身冲一下就先手一目，然后还对，带着一个大，对。是，目前是进行到铺白棋粘，我们只是先看一看，如果这么定型完以后，大概的官子还剩什么。然后现在提到这儿了，可能也会打吧，打，对，然后挡一下。对，我们大致目前是这两步还没下，但我们预测会这么收数。这么收的话，白棋主要是因为劫材很多嘛。我顶到那再冲你一下的话，劫材多很多。其实劫材多还是很有好处，因为现在这盘眼见的这儿有个单片劫嘛，这边也有劫。如果说把这个劫能给打赢的话，其实呢，这个就是劫材多的话，还是非常有利的。对，两位同期生今天也是为大家奉上了很精彩的一盘棋，然后也是我觉得在围棋的这个竞技生涯中，特别是我们中国棋手比较多，就可能看日韩棋手，特别韩国好像有一些80后，比如说像姜东润啊，然后可能大家还觉得金智熙，然后朴永训等等的，好像还活跃一些，但是对标到国内的话。可能80后还在一线的，其实就比较屈指可数了。对。然后90后其实像这种，就是91、92、93、94吧，可能95以前的也算是年纪比较大的。就往往你去参加比赛，可能抽签你就已经是那个最年长的棋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党一菲和连笑也一直是常年在等级分基本上在前10左右的，然后综合的战绩也是都比较好，也证明了他们俩都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状态。现在白棋粘完以后，黑棋就挡在了这里。这时候好像白棋也放慢速度点，是，没走，可能就是说越到下后这面。种对方没有想到的，还是会给他增加一些压力吧。就可能本来他脑海中已经有一个你正常去收的对，图，然后这样毕竟你变了一下，我还是得再想一想的。对，白棋现在可能就是说这个顶是眼见的，然后，眼见逆二嘛，肯定是哎，最我大冲要是能冲到，是不是就不给你粘？可能的。也可以，因为我也冲你可以。打，我可以再冲你一下，就看他要不要收了，可能都差不多。啊，他那顶就了，顶，就感觉正顶一个常，比他较觉得简无单一所点。谓，你收这个，我再收别的就好了。对，你如果冲我打，你冲我再提呢，那你这个好像确要实，再点个转换的模块，要想完了全想了没想，必要了。这个有点越想事儿越多，对。大概这样。但这样的话，说明黑棋还是
应该会黑逆棋能这个，收到对一个吧？这个，不过这个也比普通逆收一目大嘛，跟他说劫材多很多。对，但这个只是多劫材，这个是直接差目，所以黑棋正常应该会收上面这个。好像现在黑棋就是输一点点，对，还不是太粘。可动摇，粘在这儿。接下来就没什么变了。进行到现在，好像连下的这个岩石库就不那么好用了，因为白棋的逆收是有价值的。看一下，这个先手一目可以走掉，然后后二、后二、后一，然后中央这有个挤，然后这边也是先手一目，那边大概就是这样。感觉可能会冲完走这个，这个看起来稳一点，是的，看一下阿党怎么收。但其实都一样。收几下之后，可能白棋会打那个劫吧，那个劫我觉得好像还挺大的。今天变了，之前都是你在这提来提去，要对，跟我这样延白棋时，可能要现提。在就是说我不缩回去，因为有价值嘛，然后我可以主动跟你打这个劫。冲一下是必然的，因为冲完本身它这个逆收一目，然后多了好多对，多劫，了很多劫。像这种就是很舒服的一个官子。我们在收官的时候肯定是优先比它的类型嘛，就从双先、单先、逆收、双后，然后比目数，在目数相同的情况下，就会优先选择劫材更好的，因为保不齐就像这盘棋会有一些单有很片多劫。解，其实劫材还是很关键的。对。有的时候，一些角上的特殊的，比如说粘接收后，或者甚至是你要是劫绝对多的话，还有可能粘两段劫，就是，对。然后还有可能是那种，比如说空里有一个什么那种双劫，再带着别的劫，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多劫的循环，这都是，劫材多的话，可能大概会便宜个一目棋，一两目棋差不多。如果劫材明显比对手多很多的话。所以收官的时候，我们还是就是在同样目数的情况下去找劫材最好的。然后还有一个技巧就是，如果说没什么目的话，收单关大家千万就是不要留着这种东西。就比如说，如果黑棋挤上来了，那我们看清没目了，你就开始从这儿收，这样是安全的。别万一收着收着，最后就是有可能一个不注意就会出棋。这个肯定得注意一点，时间提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变成了白棋，我先提，看看你要不要找劫。哎，但这个有两目吗？这个本本身。身没有两目，但是它好像比较简明。如果按照刚才算的，这都是两目嘛，就是逆一它，就是逆一白棋的逆一是有这一个嘛。就这样的话，他如果把这个劫粘的话，这不这个劫这个劫，他会不会觉得劫？就他觉得自己总赢了，也不跟你打劫了。有如果可能。他把这个粘掉的话，就这两步棋加起来，是黑棋粘的话，这一目两目，然后加这个嘛，可能二又三分之一，就两步棋二又三分之是的，但我怎么觉得，如果是我啊，就是比起这个，一。我会更想补这对，个。我也觉得可能会补这个，我感总觉感觉看着稳这一个好点。像是我更踏实一点，因为这个走完就是会心里总是有点什么担对，心总会是被人感家觉用。很担心这个。对，我觉得题确实，对，感觉题还是，更推荐走这个吧。就只能说你提完这个，那黑棋肯定想都不用想。肯定走这个，对，实战就走这个。然后白棋再收后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他觉得反正都是后二没意义是吧？然后他先提个，但其实说不通，本来等于他先收，就相当于现在让队友选择一下你收哪个后二。然后突然我说算了，交给你，你选吧，就有对，这然后样的一就个收区了一个，你也收了一个，别。是，我感就觉很好奇像怪。不得，还是这个最后吧。我们官子同目数，还是收一个厚一点的比较好。对，就是很奇怪，他把这个解，这样一起再看收这来可能今天他们俩想要让大家多看一会儿，就是挑那个最接近的下法再下。因为这步棋肯定是没有两目的嘛，两步棋的话才两目对，多一点。黑棋现在可能可以考虑把这个走掉，把逆一然后走了，对，你走掉把再自己走。先手的逆一走，然后再走一个后二嘛。是的。对，好像如果这个不到两目的话，我甚至是可能是走完把这个搬粘了，反对，正我就是肯先，定会搬对，粘我先这收个，两目嘛。然后你走了这个，然后我再打了团，当然我会点清自己已经半目了。其实那样的话，等于黑棋收到了一个最后的一目棋，然后双劫嘛，就两个劫。对，
不过从那个白棋的角度，就是他稍微亏一点也没关系，他只要确保了我们一人一个劫，然后没有变数，他也是可以的。但其实这么看的话，白棋跟直接收号二比，其实真有可能亏了一目棋，但是没有劫了。只不过就是他怕万一我要了这一目，然后可能跟劫财有关系，我觉得是不是也，还是想做这个？对，怎就是么？主要是刚才这边劫这么多，嗯。我俩黑都并没有看出黑棋有劫啊。就是说我把这个带团，你不就这一个劫吗？这也没劫，就这里有算正你，常是我提掉的嘛？应该对，就对，算你什么收完之后嘛，可能有一对个，就两个嘛，那感觉不可能打得过白棋，白棋那个地方全是劫。是的，所以还是觉得，就刚才从棋的角度是要走这儿的，只不过还是可觉能得赢他觉得就是这样的话，我们把劫看得清楚一点。那黑棋现在就开始先收一冲，个先一，先手一目，然后应该要再把这个也收掉，这也是个先一，看他收不收。肯定，我感觉还是要收掉，然后再搬粘这个，嗯，然后白棋把逆一都走了，然后再把这个粘住，对，然后黑棋打了收，白棋挖这个，是的，就差不多这样。看来他们看看能不能挑战把我们的子嗯，儿都用完，我们大概还剩个20手左右。哎，啊，他没有拐到这一下，他就直接收那个半粘，反正那也是逆一，无他可所能谓。觉得你收逆一，我在提劫。不是，主要是中间这儿有个逆一嘛，啊，就对。是所以说，其实他想走的话，黑棋一定能走到最后一个逆一。嗯，走，打住。如果说那个变化对手点清的话，他再走一个乱一点的，把这些给他提回来也说不定。但提确实亏没了，对，其实我觉得黑的应该还是不会提现在等于说半粘，然的。后白棋挡这个，黑棋走这，白的白冲的了挡冲都吧，要挡这个，对，然后然黑后棋黑走的走，这个，然后就没了，白但的就是得这这。个不到你啊，忽然发现这个，那好像黑的说错了呀，这个也没几掉哎，这里还有个几啊？对，呀，对。就是官子其实很容易，就是不小心忘了一个，就一定要仔细看一下。我感觉黑的还是应该把自己先手都走掉。但是话说回来，这盘因为输了，如果是黑棋赢了，我觉得啊，他可能对全对对走完对，了。他就现输在了，可可能有点能是变想化要吧。变数，就比如说马你一下，你到底是这个还是这个之类的。就如果说你收逆一的话，我可能要提劫给你打，接着打劫了。对。你如果说粘这个劫的话，那等于还等于还原了吗？嗯，白棋还是打。哎，莫非打的时候他把那逆收了，其实也可以啊。对，过来那个反正是个先手嘛，嗯，他真有可能，看他怎么收吧。对，但是总感觉好像这有个点微奇妙的怪，时机，对，还是还是粘了。对粘上啊，啊，粘，白棋顶哎，这白棋收这个，个，这个，当然好像，其实可能是不是没注意啊？走，这个是一个最小的逆一但反正他只要在下着逆一，倒是问嘛。题不大，因为现在这盘棋也没有什么别的官子，他只要就在一个一个下逆一，他应该是不会输出去。但确实这个棋最终好像是一个特别接近的状态。黑的现在粘上，白的就冲掉，然后挑一个逆，不是，就，就是黑的把那都走掉吧，然对后白对棋冲完粘上，可能对，大概是这样。大概这样。然后就没有什么变数。刚好就是顶了一个，啊，来了，冲掉，然后这个挤肯定要掉，挤肯定掉得，的，对，下这一个还步，没有下，但是肯定会走这个，挤基一本下。上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就已经差不多点清了，我觉得早就可能点清了，不对，过就是说再但看一看。对，尤其是这还是冠军，这还是对，这决还。赛，就半目怎么着也可能也想收完，至少是等收完吧。现在黑棋还没有挤，应该会把这挤掉，然后，他如果现在不想挤这个，想再多点变化，就是说提劫嘛。但我觉得，就是目数是不便宜的，但是看你怎么想。而且一般就是这两个也会选这个，就感觉这个什么还有冲了挤的对，可能对，性，就是会更倾向于后一点，看看他选什么。也是对他们俩体力的一个考验了。可能这盘棋最后会接近6个小时。黑的果然是，对，我们一般就是说官子会挑后。但是他下面没，哎，他不挤这个是吗？也。就是说，逆一也都不收了。马你。
去冲。这个，对，其实也一样，他现在也能收到，就是他就看他要不要收嘛，对，就看他要不要收。他始终就是觉得我给你留个逆一，给你打劫，你更晕一点，还是说我把这都收掉了，你就把这给我粘上了？对，就看愿意不愿意跟我打劫嘛。嗯，反正。但其实很早的时候都在收逆一了，其实逆一还是很大的。对，好像现在对黑棋来说就是，而且是一样的嘛，就是如果你不走掉的话，嗯、其实你团我粘也一样。对，就是从白棋的角度，我是可以选的，就是理论上来讲，应该是黑棋挤掉更好。但他可能会觉得我走，万一你跟我打劫，嗯、可能还有对，可能他可能觉得让对手选择的时候怕容易犯错，但是其实也走这也不算犯错，这个劫黑棋打不过。嗯、对，啊，不过黑棋可以找中间的更乱一点吧，反正先跟对手打打劫看一下。所以可能如果白棋点清了，啊、没有，但他还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机会，还是把这个走掉了。行。本来我刚好说，如果白棋点清了，可能团的时候我就粘上胜利宣言嘛、啊。其实说不定黑棋团真粘大郎。对，因为他就是可能思路就是两个劫，我们直接给他对两个劫，然后你收这个一幕多一点，我收这个最后一幕嘛。对，应该就是这个思路。对。那这样黑棋挤掉就没有悬念了，嗯、挤掉黑棋一团，的话就是说白棋粘上一样嘛。嗯。但确实挑了一个最后的时机，最后一个时机挤你。是的。感觉有点像那种最后的机会，错过就不行了，然后把它挤回去。对，就是错过对手有可能逆收嘛，然后你就把这个最后走了、嗯嗯。是的，那整体来讲呢，确实不出意外的话，这盘棋可能最后会是阿党小胜，然后收获到自己的第一次的衢州烂客杯的冠军。那整体来讲，这盘棋，李老师你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先，我们也等一下他们的结果。啊这盘棋其实前面白下非常好，我感觉还是黑棋下的有点过分了、嗯、就是想着可能挡好棋比较稳来冲击一下，但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白棋棋下的非常的好嘛，棋下也非常正吧，我觉得。然后这边过来之后，白棋其实是明显好，就是只要这个地方为25目棋，就是盘面稍好，可能黑棋盘面差不多一个棋。那、嗯、后面这边黑棋角进来的时候，可能应对的稍微有点乱了。就感觉黑棋这边下得非常好，回来之后其实我觉得这个棋还真不一定，嗯，就可能白棋好一点，但是你真不好收，因为毕竟你这块本来是一块特别大的嘛，感觉差不多那时候飞的时候肯定得有30目棋了，你30目棋突然变成一个只有接近20目，对，肯定就是感觉有点不对。是的，后面收官主要是开始这个没走掉嘛，就这步棋应该是一个、嗯、冲有点缓。如果说黑棋最后飞这个的话，黑棋赢的话呢，冲就是有可能是败招。对，就冲完之后，其实黑棋这一串下的都非常好，官子收的非常好，就最后差了一点点这个。嗯，差一点这个，然后当时挡的时候又特别不肯粘回去，然后一直在那边打僵嘛。对，我觉得如果是最后可能向小老师知道他粘回来，可能还是对他有利一点点的细棋的话。还是心情会很郁闷的，嗯，就感觉是一念之间，非常巧合，不是他还刚好打这个劫，然后搬了一下，然后导致就变成5目了。他但凡不搬这下，好像这么看、嗯、他利都可能是劫，因为等于是 对那边白差的目，对，就是那样的话，等于这边逆3目。那现在来看的话，这差2目的不是黑棋赢，对，虽然说白棋后面收的稳一点啊，但是可能大概也就是白棋亏个1目棋左右，嗯。就白棋收更好的话，可能会赢个1目半嘛。对，是的。然后我们刚才总结完，本来是想等一下结果的，然后结果没想到，白棋的中央他选择的是把这个团住了，我以为他肯定会粘上的。嗯。他团了一个，但好像也不影响胜负。团一个是先手是吧？团是先手，你不走的话，我可以接着做。但是他是这个次序，他是提了个这个。然后走了个这个，哎、啊，就等于说他是自己撞了一气是吧？对，没有他，哎，看一下这个地方是出事了，对，这就是哦，他本来不提嘛、嗯，就等于说白棋不提这个，但是不提的话，白黑棋可以走这个。嗯，黑棋走这个的话，不是你总是要打这一下吗？就我可以打掉这一下，哦，就比如说你先粘，哦，我先粘嘛，不太对啊，就是、没有你粘的话。走这个啊，我提。所以说当初这个为什么没有走这个？对，现在不是提劫的时候啊，这还差一目啊，确实。对，这还有一目棋呢。哦、棋总是在有点变数。对，我看一下，但好像
就算是这样，也是白棋要赢，好像。就黑的劫还是打不过。嗯，是的。那但是当初他如果收这个的话呢，太稳了。这个跟这边还有关系。嗯，就当时就说别弃锦，被人家吃了，还真被吃了。对，所以就感觉又增加了一点吧，但是好像是不影响胜负。我们看一下，等于实战的次序是提，然后黑棋团在这儿，然后这里欠一个哦，后面下的慢呢，会不会就是白棋突然发现这个地方自己亏了？哎呦，就很有意思。然后现在黑棋挤嘛，这个地方不走，等于是被挖了有对，棋有内棋。圈，嗯。然后黑的走第二，然后打这个劫了，现在给它弯掉，啊，这没有子。对，弯掉，然后提劫，嗯，然后白棋冲，这样变成解定胜负，对，但是好像黑棋棋没也有打不劫，过吧，对，这个但是角黑棋没有劫。上，嗯。但这等于收到一个最紧的一个变化图了，我白感棋觉，就能我感觉阿说成党把有一劫种赢了。特别像那种，就是多了我都不想赢你，最后还是一个最微弱的一个最后差变成距。打劫嗯，赢别人，是的，你刚好这个地方还便宜了点劫财嘛。是的，嗯，总归是可能这个提完以后吧，虽然一直很细啊，但只要白棋可能不犯什么明显的失误，应该就是白棋要小胜。就是要赢一点。对。现在是冲到这儿，我估计冲到这儿的时候，差不多黑棋应该也对这个局势还是比较啊，冲完提对开，冲黑棋对，粘了然啊后白粘了，棋提对，嗯，主要是打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全局，要是完全打不过，就这个得这一收枚，这但个。你这一枚还会被我打一下，然后就要么就对，这你一现在枚，这儿还有一个嘛，就这个的话我得挖粘嘛。但你收完这个之后你就没有劫了，是，但这白明棋显那是边个劫劫太夫，多了，嗯。对，然后就最后等于是什么？我收到你收这个，我收挖粘，然后你提我粘，你粘，然后我再把这个劫给你打赢，就等于一个黑棋都打不赢，等于是最后单片劫定胜负了，变成。但等于本来白棋收好的话是不需要单片劫定胜对，负的，本来收到最好的话可能是一目半。嗯，但这样的话倒是也没有变数了，因为打劫应该找劫财应该不会对，再找出劫问题财了也不会吧？找出问题了。是的，嗯，这个确实。有一种就是白棋缩到了那个最紧的那个程度。这样的一个对。棋，现在黑棋，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就是这两个应该是黑棋优先收这个，然后白棋如果算清劫，他就把这个挖粘，然后黑棋全局能够找到的，就是因为这两个劫我们抵消的话，等于对，黑棋就只没能有找一解。枚劫，然后找完一枚以后，那这里面不太不，这明。边你也找不了，这边找你不亏目了吗？啊，对，我找等不于到，一那就个没劫有都解。没有。对，那没有解的话，这里面就一个、两个、三个，就太多了。这还有，那边六个劫嘛，是的，啊，那看来白六个棋就劫是再这加上么这个想冲七个劫，的。嗯，其实白棋还有可能粘劫收后你啊，没有，是的，然后还劫差太多，但是确实收到了一个最细微的一个胜负，然后就是走这个，对，走这这样样。的话基本上没有变数。当初是为什么提那个劫？那等于这个手棋变成了一个先收两目了。后来等于这个地方他又提了，又补了一个。对，我感觉当时还是别提，就团住是最简明的。那样的话，可能都要赢到一目半。对，不过不管是半目还是一目半，就是他只要能够把这个最微弱的优势，维持到最后，他就可以拿到自己的这一次的冠军。嗯，那现在呢？棋虽然没有结束啊，但我觉得到这个阶段应该是终于没有什么变数了。然后像今天这盘棋的官子，已经算我觉得他们顶尖高手中，出现的故事比较多的一盘了。嗯，一般情况下可能会收的更，就不会出现像这种利，就是扳完利这样的一些小意外。好，那我们今天这盘棋呢，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最后呢，也是恭喜党一菲获胜。然后，稍后大家也可以再关注一下我们的赛果。那我们今天解说就到这儿，下次再见。